好，今日工作坊都差唔多会开始噶啦，咁我哋睇埋 Jason 我哋其中一位 speaker， 佢都嚟到啦，系啦，咁我哋可能等多两分钟啦，两至三分钟，我哋会正式开始今日嘅 workshop。我想时间都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 TechCon 系列的工作坊也都正式开始。那跟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香港无线科技商会的阿 King， 那很欢迎大家今天来到参加我们 TechCon 系列的工作坊。那由于疫情关系，很遗憾今天的工作坊我们要用一个线上形式跟大家见面，那也都很高兴见到大家今天都很踊跃支持我们这个工作坊。那我哋今日嘅工作坊其實已經嚟到第七場噶啦，咁嚟緊我哋仲會有更多以唔同行業為主題嘅 5G 物聯網嘅 workshop 啦，咁大家記得要繼續留意我哋嘅 social media website 同埋我哋其他嘅資訊咯。咁我哋今日嘅工作坊咧，其實主要就探討點樣去可以發展呢個自動駕駛啦，同埋呢個智能運輸交通系統嘅。咁我哋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兩位對於呢方面有相當認識嘅業界人士前嚟擔任今日嘅講者嘉賓。咁分別就由香港生產力促進局智慧城市部總經理、汽車科技研發中心特別顧問潘志健博士 Lawrence 嘅。以及兩位來自 SOCIF Limit 的聯合創辦人，包括袁樂恆先生 Jason 以及曾柏堅先生 Simon 的。咁大家一陣就會聽到呢三位專業人士嘅分享啦，會聽到有關於智能交通運輸嘅系統嘅。咁喺正式開始今日嘅 Virtual Workshop 嘅時候咧，我哋想請三位嘉賓啦，聯同我哋香港無線科技商會嘅代表 Kylie 咧，一齊望住鏡頭，我哋會影一張合照嘅。咁有請三位，好，稍等啦。三位准备好就可以了，一起对着镜头微笑一下。三二一，好，来多一张啊！三二一，好 ，thank you 晒三位，唔该晒。咁喺今日嘅研讨会正式开始之前啦，咁我介绍翻我哋今日嘅第一位
講者嘉賓啦，就係啱啱提到嚟自生產促進局嘅 Lawrence 啦。咁 Lawrence 咧今日就會主要講述呢個智能車啦，同埋呢個智慧交通系統係點樣發展嘅喺香港。咁我將餘下嘅時間交翻俾 Lawrence， 有請 Lawrence。Lawrence 可能要係啦，唔要佢先啦。OK， 聽到。咁聽到 ，OK， 好。好，我試試咧，我 share 咗個PowerPoint 先啦，我唔同呢邊要 share 啦。大家而家见唔见到个？见到 share， 见到见到，好清楚，系 OK， 好好好得。好啊 ，OK， 咁或者我而家开始今日嘅分享啦。OK， 声音都听得清楚系咪？清楚清楚，冇問題。OK， 好，咁而家開始啦。OK， 好，首先都多謝即係WTIA 嘅邀請啦。咁我可以咧講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喺個智能交通系統同埋自動化技術嗰方面，尤其是最主要喺香港嘅應用啊，到底而家去到咩嘅境地？所以呢個大家都好 concern 嚇，因為尤其是去到5G 世代嘅時候咧，我哋講緊嗰個data transmission 咧係快咗好多，以倍數嚟計。咁好多以前嘅人工智能啊、無人駕駛啊等等技術咧，以前咧就淨係得嗰個數學模型已經做好咗喺度。咁但係因為咧欠缺高速嘅數據傳輸，咁所以咧係就算我哋有嗰、那個technology 嘅技術喺度都好啦，但係根本冇辦法係用得到出嚟啊。Okay， 好啦，咁但系咧，嗱 ，OK， 我都先少埋少廣告先啦，可能未必好多人咧知道啊，即係生產力局，咁我哋係一個到底少少背景係點樣，可能名係聽過嘅，咁生產力局咧，我哋係半官方機構啦，咁係依法成立嘅，咁喺由54歲噶啦，我哋已經係，咁我哋每年都其實我大部分咧嘅做嘅科研項目啊，或者嗰個嘅client 咧，有90% 咧都係同嚟自係工業嗰方面嘅，就唔係話即係好多啲 finance 啊或者 marketing 咁多，反而真係係務實做做廠啊做生產嘅。咁亦都我哋係1/3啦，30% 到啦，咁係嚟自政府嘅subvention 嘅資助嘅。咁即係我哋剩翻落餘下嘅嗰1/3咧，我哋透過可能做唔同嘅 R&D project 啊，或者提供唔同嘅顧問服務啊，咁嚟到我哋要收回成本嘅啫。咁亦都我哋大部分咧嘅客户咧都係中小企。咁好特別嘅，你見到以我哋有接近90%咧，我哋每年嘅採購嘅訂單咧，我哋都係會先幫襯翻本地嘅公司先嘅。咁亦都到而家嚟講咧，其實生產力局咧，我哋已經接近900人嘅啦。咁呢個數據其實都已經係兩個月前啦，而850幾，咁其實而家已經係接近900人。咁反而喺對上年幾兩年嘅疫情嘅時候咧，咁我哋反而仲請多咗200幾人添。咁所以而家都好大嘅一個 family。OK， 咁而家咧，我哋係成個生產力局呢900人咧，我大約係分佈喺呢3個嘅板塊裏邊。咁當然啦，一個叫做 smart living， 另一個咧係叫做digital 嘅一個 branch， 咁最新一個咧係叫做government funding 嘅 branch。咁 living 同埋 digital 係已經有喺度好耐歷史噶啦，係原本bread and butter core 嘅。咁反而咧係由上年年中開始咧，咁因為咧我哋而家係幫緊政府係管理12隻政府嘅一啲嘅 funding 嘅撥款，咁當然全部都係同啲 technology 有關嘅。咁所以咧，與其係既然咁多呢啲批 project 工作去做啦，咁所以我哋乾脆咧淨係請咗要接近200人啦，100幾200人啦，淨係做 funding 呢樣嘢。咁而家平均每年咧，我哋都即係幫政府咧係approve 緊係數以萬隻嘅申請嘅。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好多慘一下。咁我咧係嚟自
Smart City Division， 咁亦即係 Foreign 做呢個 Smart Living 嗰邊嘅。咁一陣今日好多個 project 咧會喺嗰方面介紹啦。咁啊 digital 嗰啲就我今日唔多講，不過帶俾你知道就係咧，可能大家睇新聞廣告成日都會政府都會倡議一個叫再工業化。或者是一些的所謂智能製造，那那些是 Foreign 做呢，在 Digital 的 branch 那裡。 OK， 這裡我跳過了。 OK， 極其量好了，我想最後去這版，你看到其實需要的數字你只需要知一個 8.7 是什麼呢？就是說其實我們在去年呢是找了Pricewaterhouse 去幫我們做了一個的市場的調查，咁啊發現咧，生產力局其實原來我哋咧係每一蚊政府嘅公帑擺入去我哋嗰度咧，原來我哋可以幫本地嘅 GDP 咧係賺到係8.7 ，OK， 咁呢個係都幾好嘅一個回收值嘅。咁 compare with 一啲international 好似我哋咁樣嘅背景嘅公司咧。咁或者機構咧，咁佢大約平均都係8-9倍咁樣，咁所以其實我哋都係 on par 嘅，差唔多。咁反而我哋本地嘅類似機構嚟講咧，我哋係屬於名列前茅噶啦。咁即係簡單嚟講咧，如果業界啊，你哋係有啲嘅新嘅產品啊、新嘅 service 啊，想係要揾 partner 去做啊，或者申請政府嘅補貼嘅話咧，咁其實OPC 會有幾好嘅考慮啊。我哋可以都幾 guarantee 得到咧，係幫你哋可以make 到一個幾可觀嘅 profit。咁呢度可以跳過啦。好，正式可以進入主題啦。咁今日我主要會同大家講咧嗰個智能交通啊，同埋喺運輸方面嘅技術啊嘛。咁就不得不提咧，係 under 生產力局下邊咧，我哋係其實幫緊創新科技署咧，係營運一個叫做 APAS 研發中心。咁嘅中文咧簡稱就係一個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咁係做啲咩嘅咧？咁其實嗱，我哋對上嗰十年咧，其實我哋已經係批咗完成咗150個以上嘅 project 噶啦。咁而 ongoing 喺手頭上仲係做緊嘅，都有60幾個。咁亦都我哋有好多係俾院校嘅fund 撥款俾資助院校嘅項目啦，亦都有啲咧係同業界合作嘅項目啦咁樣。咁我哋total project sum 咧呢度講緊都有300+ million 喺度噶啦。我哋唔會係乜嘢都做嘅，因為淨係汽車行業或者係就算無人駕駛咧，呢、這個行業咧個板塊好大好大。咁我哋主打咧係做三樣嘢，第一咧就係嗰個新能源汽車，即係泛指而家電動車或者係一啲嘅hydrogen fuel cell， 即係輕能源。咁第二個板塊咧就係嗰個smart mobility， 亦即係而家嘅autonomous vehicle 啊。或者叫V2X 即是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我稍會講多少例子，大家會大約就摸到頭緒是什麼來的。咁第三個板塊呢就是一個 Intelligent System， 哇好闊喎、啊、是啊，因為而家嘅所謂智能交通唔係淨係架車自己智能，架車嘅周邊即係嗰個嘅 Road Infrastructure， 即係條公路啦，或者甚至係嗰啲嘅交通燈啦、街燈啦，都要智能化地呢配合到架車，咁佢先可以呢係好智能地可以喺個 city 度行出行入嘅，咁所以咧係有啲新嘅板塊。除咗講技術之外，咁我哋咧最重要啦，咁都係會有個 funding support。咁我哋嘅研發資金咧係來自咧創新科技署嘅，咁當然係經我哋汽車研發中心咧去撥款，咁去資助咧有幾款唔同嘅項目。咁第一款你見咧種子基金seed project。咁基本上咧，係100%係政府會投放資金落去噶啦。通常咧就280万 ceiling 呢個 project。咁另一款係啲叫平台項目 platform project。咁政府嘅補貼資助可以去到達90%嘅。咁當然業界咁可能1-2間公司每人俾5%，咁加埋咧有10%已經係滿足到嗰個criteria。咁第三種係一啲叫合作式，即係你1蚊，咁你俾1蚊，政府又再 matching 落1蚊。咦，咁點解唔係50%而係49%咧？個意思即係話咧，業界係俾51%，政府嘅補貼係 up to 49%，即係話反而業界咧係大份嘅。咁因為業界相對俾一大份，可能比政府俾多1蚊，咁所以咧個 IP 咧係可以歸翻俾業界你哋嘅，就咁樣。當然啦，亦即係好似一般嘅顧問公司咁樣，我哋都會幫業界去做一啲嘅contract research，
即係話咧唔需要花時間再去等政府審批啦。你見到一啲好有潛力嘅賺硬嘅 project， 咁你又想揾本地嘅 partner 嘅，直接可以揾咧我哋汽車科技研發中心咧去幫手去做一啲嘅開發。舉例，好似係一啲嘅充電站，其實而家香港有接近四成半嘅公共停車場嘅充電站咧，其實都係由我哋去幫手去做嘅。OK， 咁呢度我都跳過啦，呢度我唔花時間講。好啦，反而有興趣咧，同大家講下啲我嘅一啲近年啊，我哋做嘅所謂smart mobility 上面嘅一啲嘅典型例子，咁即係做啲咩咧，都想同會員可以分享一下。咁其中一個咧，一啲嘅智能咪錶啊，即係打的士嘅時候用。咁我哋覺得哇，咪錶都需要智能化咩？咪錶傳統咧係你發覺原來得兩間公司係做嘅 supply 嘅啫，一間叫即係兩間嚇，呢度我唔開名啦，冇喺度賣廣告。OK， 咁不過咧。多年嚟只是一個 mechanical 的咪錶，即是話只是check 到架車行咗幾遠，咁啊從而打張單俾你，係咁多，係咪？我諗大家由細到大都係咁搭的士，咁極量就起埋嗰個支旗啦，盞燈喺度啦咁樣。咁但係而家嘅年代咧，我哋需要到一啲 IoT 物聯網，咁啊架車一路行嘅時候，會唔會可以整合埋一啲嘅navigation 啦，或者起碼有 e-payment 啦，係咪啊？又或者甚至係嗰、那個。司機的駕駛態度啊，係咪安全啊？打分等等，咁可以全部 integrate 曬落去呢個嘅智能咪錶嗰度。OK， 咁嗱，亦即係頭先我講呢個啦。咁啊，亦都係三位一體嘅。咁而家我哋呢、這個嘅所謂智能咪錶，咁喺 user side 有佢個 interface 啦，個乘客嘅啦，司機嘅啦，或者係車隊管理嘅啦。因為香港咧18,000嘅的士咧，其實好大部分咧反而係一啲嘅。的士行咁可能一間的士行已經係擁有係幾百架的士咁樣，咁係一個車隊嚟嘅。頭先正如我所講啦，個咪錶已經係標籤咗有 GPS location 嘅功能啦，佢可以自己 keep track 住一啲嘅 journey 啦，嚇，俾啲 advice 你到底行邊條路係最快啊，定還是係最短路程即係慳錢啊等等。咁亦都有埋個 e-payment 嘅，一啲而家你最當時得令嘅。electronic payment 咧，咁其實已經 integrate 咗喺度。咁啊，重點就係其實我哋呢個嘅研發成果咧，已經係攞咗運輸署嘅 type approval， 即係話咧已經賣得街，咁啊可以咧係俾而家市面嗰18,000嘅的士咧，佢隨時係可以一換一咁樣去換上去噶啦，咁可以提升嗰架的士服務嘅嗰個IoT 嘅performance。OK， 咁你見到呢度咧OK， 呢度我都唔長談耐啦。咁不過當然啦，你見到原來除咗話去揾路之外咧，亦都係兼容一啲嘅 car cam。OK， 亦都當然啦，可以望翻車內啦，亦都可以望到車外面啦，係咪？咁亦都甚至可能係有時啲司機咧，突然間有啲嘅唔舒服啊等等咧，咁其實佢都可以有啲求救 emergency button 係可以做得到。咁呢啲係而家我哋所謂 telematics 嘅技術。OK， 即係喺車上邊啊。一啲嘅遠端通訊技術咧，係可以幫得到提升嗰個安全，無論係司機安全啦、乘客安全啦，同埋都提升到 efficiency 嘅，確保咁係可以最短嘅路徑嚇，唔好咁容易俾人哋係呃個車資咁樣。咁啊，呢度係嗰個版面一覽俾大家望一望啦。咁你見到，咦，好得意，其中咧仲有 QR code 喺度嘅。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到咧？其實上個禮拜開始或者即係就一月一號開始咧，其實一向做開的士保險嘅泰加保險咧，咁佢就唔再受保，即係佢就唔再咧去保的士行業啦。咁暫時係揾住四家嘅國內嘅銀行啊，嘅保險公司去提供住個的士嘅保險服務先嘅啫。咁其中一個我哋希望咧可以幫到政府或者幫到業界解決就係咧，咦點解保險公司唔肯保咧？係因為原來。司機同埋嘅車咧，原來唔係 matching 嘅，因為司機每日都可以租唔同嘅車噶嘛。咁於是保險公司嚟講咧，佢冇辦法知道，咦，到底呢架車而一個狀態係咪唔安全咧？可能個壁力有問題喎，又或者根本係好耐冇去驗車喎。咁又或者，咦，個司機會唔會呢個司機其實個駕駛態度一向係差嘅？咁如果差嘅司機再配一個差嘅車嘅話咧，應該保費要高啲噶嘛？係咪？咁呢啲嘅信息咧，原來。以後是可以透過一個小小的 QR code
是可以做到人车，做到 matching， 咁从而咧希望保险公司咧就可以有一个更加准确嘅保费嘅估算，咁从而希望就多啲保险公司可以受保翻的士从业员嘅嗰个保费啦。咁呢度只系一览啦，就话俾大家听咧，嗱，左边红色一个就系沿用咗好多好多年嘅传统的士米标，咁右边咧黄色框框住嗰咧就系我哋做出个米标，个 size 尺寸其实一样噶啦。咁所以其实一换一落去就已经可以，我哋真系已经放过上的士嗰度咧做咗啲嘅测试啦。咁你见到咦呢度系一般，如果你哋有用过啲嘅 taxi apps 咧，其实冇乜分别嘅，佢都系有分。如果你系只系乘客嘅，咁你 download 翻乘客 side 嘅个 apps。如果你系司机嘅，咁你当然要 download 翻司机，咁你系可以有一个长期嘅功能嘅，啊直接 download 功能嘅。咁呢度亦都係啦，咁就唔係再打一張單，咁打單出嚟啦，而係咧有個係電子嘅帳單，你可以寄俾個乘客嘅落車之後。咁呢度咧係講緊一個back end 啦，頭先淨係所講啦，有啲嘅的士taxi trader， 所謂即的士嘅車隊管理公司，咁佢哋旗下咧去管緊可能係幾百架的士，亦都管好多車牌嘅，咁佢哋。透過這個 dashboard， 他就知道呢現在相對的士的狀態 ，OK， 一些 alarm management 啊、fleet management 啊等等，做到 statistics。咁呢個亦都係個個 taximeter 啦，佢自己嘅 GPS 系統又 keep track 住嘅車嘅 navigation， 俾大家望一望啫。我相信呢啲大家都唔會覺得好陌生嚇。好，這個好重要啦，其實我哋要開發一個產品咧，除咗硬件好啦，當然軟件亦都要匹配喺度啦。甚至頭先你發覺嗰個 HMI， 即係個 Apps 亦都做得好啦。所以你發覺而家我哋做 R&D， 做 Automotive R&D 咧，其實我哋係面面俱圓。喺真係俾到業界用嘅之前咧，其實我哋係做咗好多唔同嘅測試，包括你見到一啲 EMC 電子產品嘅電磁波抗干擾測試，我哋已經係攞曬 certificate approval。亦都好重要啦，攞咗運輸署嗰度做咗一啲嘅 type approval，OK， 即係運輸署又認可，咁亦都我哋申請埋嗰個嘅香港專利，咁即係話咧係可以 license 俾唔同嘅 manufacturer 去做一啲嘅大批量生產啊，咁變咗真係，咦，原來 end to end 呢啲嘅研發成果可以落得到地嘅，咁啊，亦都其實我哋啱啱喺去年年底嘅時候咧，咁亦都係攞到咗一個 ICT 嘅 award 嘅。好啦，咁亦都好快咧，跳去就第二个咧，同大家 share 一下啦。而家 smart mobility 嘅一个叫做冲红灯嘅警报系统，咁呢个系 smart city 里边一个好炙手可热嘅 project。点解讲炙手可热咧？其实与其我要即刻要介绍呢个系统，倒不如我讲下一啲嘅实际嘅情况俾大家听下。大家可能大约半年前啦，可能喺大涌桥路啊，或者其他嘅交通黑点咧。我曾經有聽過一啲嘅小巴衝燈，十字路口甚至有啲校巴衝燈，唔知道大家有冇記憶猶新啦？咁可能調翻轉，未必係佢自己衝燈，佢正常係綠燈過線嘅。咁但係有人衝燈啊，於是同佢撞車。OK， 咁呢啲情況咧，喺以往幾十年咧，咁啊冇辦法解決嘅，因為咧個司機係唔會有後眼，或者佢冇辦法咧望到喺個十字路口嘅另一邊係原來有車。是冇睇信號燈隔硬殺上嚟噶嘛？咁於是乎咧，我哋就開發咗一啲叫做路邊單元啊，亦即係話咧喺個十字路口嘅路邊，我哋係插咗一支鋪，咁上面支鋪咧就掛咗一啲嘅雷達啊，或者係鏡頭啊，係可以咧幫個司機咧係一眼觀七，望到咧佢左右兩邊 upcoming 嘅車輛有冇剎掣啊，有冇收油啊等等，咁從而俾個 alert 個司機，亦即係話，就算你自己行緊嗰個方向係綠燈。你大安旨意，你過，你冇犯錯嘅，最弊驚人哋犯錯啫嘛。咁但如果你綠燈嘅情況之下，你諗住過，但係側邊犯錯想衝過嚟咧，呢啲系統就可以俾到實時嘅警報，去 warn 你咧。就算你綠燈都叫你係唔好過停車，係用嚟救你嘅。OK， 就咁簡單嘅啫。想解釋呢件咁嘅事情。OK， 咁個系統頭先嗰個個 architecture 呢度我唔花時間去講，反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就係咧，其實個系統咧，
我哋係用一啲人工智能嘅方法去做啦，咁你先可以判斷到兩邊嘅車係咪真係唔聽指令揀衝上嚟啊嘛。咁如果大家真係做呢啲嘅AI 啊或者 IoT 系統咧，一定都會好 concern， 咁到底個系統個可靠性有幾高？咁我哋而家系統咧，我哋做到個所謂 true alarm rate， 即係話應該係 alarm 而佢有properly 咧係俾到 warning 你咧嘅嗰個準確度咧去到 96% 以上。咁而嗰個誤鳴率 false alarm rate 咧，我哋控制佢咧係低於少一個 percent 嘅。OK。好啦，咁OK， 呢個系統其實我哋係用咗一個邊緣計算嘅方法 ，edge computing， 亦都同即係業界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可能大家聽成日話用雲端計算啦，用 AI 啊，大家聽好多。當然，我相信邊緣計算都唔係話好新鮮啊。咁但係咧，呢一個 project 嚟講咧，我哋點解用邊緣計算？因為咧，如果你想嗰個系統嘅反應去最極致。超快的話咧，你冇可能係依賴個雲端計算，即係話我透過哪怕你用緊 5G 或者用 WiFi， 好高速掟翻個 server 度，喺個 server 度計完數之後咧，再將個答案掟翻翻嚟，咁一來一回，就算再快嘅 5G 都好啦，一來一回咧，可能已經 burn 咗你大半秒甚至一秒嘅時間。咁如果我要慳翻呢一個數據傳輸嘅時間嘅話咧，我必須用邊緣計算，咁即係話咧喺翻個路邊嗰度咧。即刻攞到數據喺嗰度，即刻已經計算咗，即刻出答案。OK， 呢個最極致嘅。咁同大家分享下呢個係我哋嘅 system architect 啫。OK， 好啦，咁呢個情況就係啦。我哋其實未來會點樣用嘅咧？類似呢啲嘅所謂 smart mobility， 其實你見到呢個好似一個iPad 仔，又或者可能係一部智能手機。其實我哋預計第日喺每位司機你嗰嘅儀表板上面咧，你就夾翻自己個電話喺度。我諗大家而家都會嘅啦，如果真係自己揸車，個手提電話擺翻自己身邊。咁如果嗰個喺十字路口嘅這個 sensor， 佢 sense 到喺兩邊有車唔尋常地揀衝上嚟嘅話咧，其實佢個 warning 咧係會透過 5G 咧去射翻去你嘅車上邊嗰個手機或者個 onboard 嘅 display 嗰度，咁啊即係 pop 呢個咧 alert 嘅 signal 俾你。OK， 其實咁簡單啫，所以基本上個成本係好低，因為在你個別的車上面基本上你不需要再額外花錢去裝什麼系統，你只需要用手機整個可以做到。Okay？ 那個 sensor 只不過在路口那裡裝一個 sensor， 但那個 sensor 可以照顧全香港80萬的車，如果你都要經過那個十字路口的話，你都可以收到由那個 sensor 發出來的alert，所以這是一個最低成本的安全系統。俾一段短片大家睇下啦，就一分鐘到，就頭先我介紹嘅呢個係衝紅燈警報系統。當有另一架車喺側邊衝上嚟嘅時候，嗰架車係衝紅燈嘅喎。我哋嘅邊緣計算嘅鏡頭見到嗰架車衝紅燈，即刻去翻個路邊單元嗰度，路邊單元咧再傳翻信號俾翻你。OK， 你見啦，呢個就係你啦，即係你嘅車上邊，你嚟講咧係綠燈嘅，但係都會有個 alert 叫你停車，為咗保護你。咁呢啲就好典型嘅所謂叫做 vehicle to infrastructure， 汽車同周邊嘅建築物或者結構咧做嘅一個 V to X communication。All right， 好啦，連接落去咧就係另外一個嘅5G 遙控駕駛，非常得意。先睇片先。其實呢個所謂遙控駕駛咧，係個司機。其實佢淨坐喺個 cockpit 度，有啲似咧你哋係打電子遊戲咁樣嚇。你喺 indoor 嗰度遙控住一架車，可能就算我而家喺九龍塘 office 嗰度啦，我係遙控住一架咧，原來喺粉嶺或者喺上水喺其他地方
的另外一架車。當然那架車上面又可以摸著其他 sensor、okay? 去做不同的巡邏、啊、或者甚至載人這樣。但是你可以幻想就是、如果那架車它走回上一塊，就好像剛才我在這個、畫面或者 PowerPoint 那裡 show 的這個車仔這樣、okay? 如果走得快的話，它前面有人在這裡，理論上的車應該要 給個 break 停它的嘛。如果你的傳輸速度不夠快，你一給完 break， 你自己在 office 就踩 break 了，但是那架車要兩秒之後才收到你的信號的話，那架車應該已經撞死人了。所以這種的遙控駕駛呢，我們是必須要有這麼快得那麼快，所以我們現在是用個 5G 來做個遠端遙控。那麼、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那個的 latency 呢是大約200Mbps、okay? 那就是問題是 0.2 秒。Alright, 那這裡是我們初步做過實驗、你發覺那個時差呢其實是少於 0.2 秒的，嚴格來說。那這些的應用場景其實是很多很 typical 的，就好像我這版 PowerPoint 右手邊那樣，例如一些貨運碼頭。OK, 你看到見面的右下角這幅圖呢，這些的貨運碼頭那架的貨車呢有什麼特別？原來沒有司機位。是嗎？那我基本上只得一條車架跟住就四個轆，係咁簡單。咁因為咧，佢只係個責任就係咧，將嗰個嘅貨櫃箱啊，由東移翻去西咁樣，跟住就俾佢順便上船。根本係唔值得咧派個人坐喺度，因為往往以前咧喺個貨櫃碼頭做嘢嘅嗰啲司機咧，其實佢一坐喺度就兩個鐘頭離唔開嗰架車，但係其實係乜都唔做嘅，因為佢要等個貨櫃搬過嚟嘅。咁所以以後咧喺個貨櫃碼頭嗰度咧，佢可能只需要請五個。工人，那五個工人就只是坐在冷氣房那裡，每人控制十架這些的運輸車，那就可以控制整個貨運碼頭上面的50架這些貨車拿來做運輸貨櫃用的，那以後就用這些 5G teleoperation 了。那你看到玩具車，那當然啦，這個只是我們牛刀小事啦，我們用了 5G 遙控的時候呢、其中因為我們要、實現到的就是那個在駕駛艙的司機呢，他要透過視像實時見到個環境。那同樣就是那個、見到的東西呢，他要極短時間之內極高速可以傳回去個 control panel 度。那所以我們牛刀小事呢就馬落去一架的遙控車上邊。那這裡我們證實了一件事情，就是呢我們有辦法可以將 4K 的影像透過 5G 用極高速的方法呢去傳輸回給在控制艙入面的司機。OK, 這個最重要。这些我都跳过了。历年来其实我们跟 CMHK 就是中国移动我们是合作，我们研发中心开发出来的那块、所谓 4K 透过 5G 高速传送的那块电子板呢，其实我们也都是、提供了给 CMHK， 他拿来呢也都是做这个 further development， 还有他的、roadshow 上面呢他都是用我们这块来做演示的。Okay, 因为基本上是最快的了。好了、这个真是实际的应用，又可以给大家看看另一段短片。这个是我们遥控的驾驶舱，我们控制着一架、机械人。刚才那个机械人是室内用的，不是载人，反而用来载货或者做检测。另外一架是载人的，就是说呢我用同一个的室内驾驶舱，我又可以控制在路面行紧的 passenger car， 又可以控制咧喺室内攞嚟做、delivery 的 robot， 咁就多用途啦。Okay, 控制 passenger car 啦，这里留意到 4G 和 5G 呢是其实差得很远的。5G 那个的 latency 是短很多，不过我相信可能现在大家透过个 Zoom 呢不需要 time 都去了，所以未必见到很明显的分别。
OK， 好啦。OK， 好啦，好快又再跳到去另一個 chapter 啦，係講緊新能源汽車。咁先講新能源汽車，就唔可以唔提咧佢嘅 bread and butter， 亦即係嗰個充電站啦。咁啊，一般其實而家咧，我哋所有電動車充電啦，我相信而家大家都見到好多啦，即係喺街上面，其實而家已經有接近20,000架 Tesla 喺街上面行緊。咁啊，仲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品牌嘅韓國啊等等，甚至歐洲品牌嘅電動車咧，都已經係一路進駐喺香港啦。甚至其實而家係Hydrogen 咧，其實佢哋亦都電動版本嘅真係電單車，咁亦都喺香港咧係你可以揾得到。咁充電制式一般你哋喺停車場度見到一啲 wall mount 嘅，即係掛牆式嘅，咁嗰啲一般咧我哋叫做係中速。咁你喺畫面 ，OK 右手邊嗰度，你見到有架白白地色嘅嗰架巴士，咦上邊咪好似有條橙色嘅機械臂咁樣嘅？嗱，唔好誤會喎，佢呢條機械臂咧，並非係由車頂伸上去，反而調翻轉係由上邊咧係降落嚟嘅。OK， 咁即係個機械臂其實 attach 住咧喺嗰個 L 型反 L 型，我哋叫集電工個系統上邊。咁巴士埋站嘅時候咧，佢先至係徐徐咁樣降落，咁掂住車頂。咁哇，用到咁隆重嘅，咁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呢個係一個超高速嘅充電嚟嘅。通常用得呢一款我哋叫 pantograph 咧，即係集電工嘅充電制式咧，係個速度係去到咧5至6分鐘就可以充滿嘅車，咁就可以即係成個上半週啦。咁同一般咧，你要泊架車喺停車場嗰度，動不動要講緊差3-4個鐘頭咧，係好自然不同。當然啦，亦都有啲，譬如好似呢 PowerPoint 咁樣，有一啲叫做換電式 battery swapping 啊，換電。咁但當然啦，有好有唔好嘅。換電可能你會話啊，我咪更加快，係咪成粒電芯換上去？不過咧，需要嗰個嘅空間就大好多啦。即係話咧，可能我特登要做個成個工廠嘅東西，工廠兩邊仲要有埋機械手臂，又要有儲存電池嘅地方。架車埋嚟中間嘅時候咧，咁兩邊先伸啲機械手臂出嚟去插電，咁唔係唔得。不過咧，個成本同埋佔地空間太大啦，香港未必啱用。这个只是抛小书包仔，现在在香港来讲比较普遍的制式 就好像现在这里我在个画面这里显示的。你看到有些叫譬如日本的制式 ,OK, 有些叫 SAE, J1772 的制式，也都有些欧盟的欧洲制式 ,IEEE, 又或者一些国标的制式这样。但是基本上现在的几个制式在香港都是并存的。咁呢度我唔抛呢个书包仔啦，就简单嚟讲，即系充电咧，想呢度只系想话俾大家知咧，我哋系有快、中、慢之分嘅啫。咁一般最慢嘅，即系你家用平时你用嘅13A 啦、220啦、226啦，咁所以你即系将220再乘13，咁大约就系2.几接近3啦。咁所以我哋保守估计就当佢叫做3导电每小时。咁呢个系一般慢差。咁另外仲有啲。快測就可以去到接近22度電每小時的，另外還有一些叫做Quick Charge 或者叫 Rapid Charge， 每小時可以去到是50度電或以上。哇，這個可能沒什麼概念的，不如用個時間來講，如果我當你真的揸架 Tesla， okay， 我就用 Model S， okay， 我講到明為例了，我當你如果是揸個最基本版本的可能是60度電的，okay？ 如果你用家用3kW 慢慢插落去，咁你咪60×3系嘛？大约20个钟头插满佢。咁反之，如果你系可以用到22度电每小时呢种快插嘅，咁你咪大约系用个人2个钟头咯，系咪？咁如果你再用系呢啲 super quick charge 嘅，咁你再除落去咪更加快咯。数就系咁样计啫。OK， 咁呢度先我讲咗啦，我唔再呢度重复。咁呢种你可以有个。Take away 就是通常用得这些的 super quick charge 是讲的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插满可以走得，所以一般就是公共交通工具就会用了。我相信你们搭巴士，你不会上了巴士之后跟着等个司机麻烦我用2个钟头插满才载你先离开站，是不是？
这个不讲了，这个太过技术制。好，跳下去的呢就是好了，另外一些叫 autonomous， 一些叫无人驾驶的技术。那这个也都是现在 smart mobility 呢，或者香港的 smart city 的 roadmap 里面来讲是其中一个很 hot 很 hot 的 topic。咁目的係因為咧，香港唔好話香港啦，其實世界都係啦，面對嗰、那個人手短缺嚇，lack of labour。咁另一個咧就係、是、始終人咧係會犯錯嘅，會容易出現 error 嘅 human error 嘅。咁所以咧，你叫佢七乘廿四不停咁做嘅時候咧，咁啊，除非即係機械人嚟啦。咁而家亦都即係要 social distancing 咧，要 keep 係咪？咁所以啊，於是大家就會諗啦，會唔會可以？有一些日常的 property management 的工作，例如好像人去巡楼啊，或者做一些物管啊等等东西，是东西可以是由机械人去操作 去取代呢，这样。那所以呢我们衍生出呢就有这些我们叫做 mini mover,、啊、微型的无人驾驶、的车辆。OK? 那其实呢通常的用途就是、欸、如果我、想 deploy,应用这些这样的无人驾驶车仔在你那个的场地度运行的时候其实很简单的啫。当然你都要真的去揸住遥控器这样先人手带他行一次你那个的场地。那他就入了脑了，他自己会在个脑袋里面呢自动生成了一个的电子地图。那之后呢你不需要再遥控他的了，你再摆回他那个地方呢他会认得路自己会走。有另一条片大家看看。車上面配備了很多不同的 sensor 啦，超聲波啊、激光雷達啊、紅外線感應啊，譬如個同事去拍拍卡，誒佢上張部 notebook 啊送去某個層數，即係撳個掣，嗱、那個 UI 就係咁啦。咁隻機械人咧，其實而家已經係一路喺我哋新生力大樓嗰度咧，我哋 deploy 緊。其實我哋係前後我哋有四隻啊，個、外形都唔一樣嘅。類似咁樣嘅一啲微型機械人，咁佢哋咧有時就幫我哋係做緊送貨啦，有時係送一啲嘅測試嘅樣本啦、水板啦、電子板啦，或者仲我想飲罐汽水，可能喺個一樓嗰度送上五樓俾我啊等等，亦都有啲佢係做巡邏用嘅咯，因為佢要上上落落啦，咁所以我哋配合埋一個智能嘅搭 lift 功能，咁佢自己咧入到去咧。真的好像老電波咁樣，佢就可以話到俾無聲降機聽，我要去幾多樓。出咗 lift 之後，佢亦都自己根據預定嘅路線咧，佢自己會避開障礙咁樣，排除萬難，去到目的地。好啦，佢做完呢單 job， 去完送完貨俾。頭先四樓個層數個實驗室嗰度，跟住要乖乖咧翻返去原位，咁簡單。咁譬如夜晚嘅時候咧，佢都會做 patrolling 啦。做巡邏嘅時候，當然我睇係咪要揾下啲可疑人物。你發覺頭先嗰個影像就係、是、咧，即使喺全黑嘅狀態，其實佢嘅robotic vision 咧，佢個電眼咧都可以 detect 到人嘅。亦可以 keep 出到人同人之間會唔會個距離太近啦，咁亦即係話可以幫人哋咧去 keep 呢個 social distancing 嘅，去可以做到巡樓。係，咁頭先講咗啦。咁嗱，又有另一款啦。頭先嗰只就喺我哋生產力局裏邊服役緊嘅，咁我哋另外仲有一隻你見個 form factor 唔同嘅。咁嗰隻咧，呢一隻咧，我哋叫做Checker T。咁其實我哋係為港鐵而做嘅，咁港鐵都已經係 deploy 緊佢喺而家咧係喺啟德站嗰度嘅。咁你哋有機會過到去嗰度有機會可以探得到佢。不過佢主要工作咧，反而就係深宵時分咧，佢會出嚟咧喺個車站大堂嗰度去做巡邏，去周圍去睇下其他啲風火水電啊，邊度冇壞啊，壞咗咧佢自己會報告翻去後台嗰度，並且會 call 翻咧相對應嘅 contractor， 叫人哋第二朝咧即刻嚟 fix 嘅。咁呢個全自動全智能噶，咁所以咧
以往要找那些穿黄衫的 technician 去每晚收了车之后你要去周围巡逻跟着要落间保第二天 再打电话找 contractor 来到做维修呢以后不再需要做了因为这只机械人 check a T 呢帮我们 check 所有 defect 最后了 robot 与其要逐个讲我不如给大家看下 video这个是我们帮运路政署 okay, Highways Department 做的一个非常大型的项目。这架是一架15吨重的维修道路机械人。与其说是维修道路不如说它是自动封路机械人它封了路呢它方便工人呢在那个围封的范围里面做道路维修。因为以往大概4年前是曾經接二連三，應該話接三連四啊，係出現咧係撞死人嘅交通意外，尤其是夜晚咧深宵時分啊，啲工人咧就想圍好雪糕糖，跟住慢慢咧去做哪怕畫線啊，或者做其他道路維修工作，咁偏偏就可能有啲人咧，哪怕係醉駕啦，又或者係精神狀態唔係幾好啦，就夾硬撞上去車尾度，即係個追撞箭嘴車嘅意外就咁發生，咁連續有四次咧係嚴重意外係有傷亡，咁所以有見及此，咁政府咧就委託生產力局，咁我哋係幫佢哋咧順利開發咗呢個全人工智能自動收同埋放雪糕筒，咁所以你見到咧放完雪糕筒之後咧，佢仲可以自己咧係會收回個雪糕筒，全自動噶啦，咁亦都已經過曬所有運輸署嘅測試，咁咧好快咧大家誒會見到喺路上邊咧可以等下先，點樣可以過翻啦 ？OK， 好啦，咁頭先一口氣咧就講咗好多嘅近年電動車啊，或者係人工智能上面嘅應用啦。咁我今日咧嘅分享就暫時去到呢度先。咁或者可能我將個時間咧交翻俾 MC 啦。多謝曬咁多位 ，thank you。Thank you 曬 Dr. Lawrence Poon， 好精彩嘅一個 sharing 啦。咁其實啱啱喺 Lawrence 嘅分享裏邊咧，都提及到一個完善嘅車聯網啦，除咗惠及車啦、人啦同埋其他嘅配套之外咧，咁其實我哋要有一個smart 嘅 infrastructure 去 support 成件事咧，好重要嘅喎。咁咧，我哋其實呢個 smart infrastructure 咧，除咗可以惠及一啲智能駕駛之外咧，對於一個客運行業又有咩幫助咧？咁之後嚟嘅時間咧，將會交俾 SOCIF Limit 嘅代表 Jason 去做一啲關於智能交通系統同埋一個智能客運行業嘅互相輝映嘅一個分享嘅。我哋有請 Jason。系，大家好，大家听唔听到我讲嘢，同埋睇唔睇到嗰个 share screen 啊？都清楚，都清楚。OK， 冇问题。好，唔该晒，唔该晒。咁啊，首先都好多谢WTIA 佢哋嘅邀请啦，系啦。咁啊，都啱啱我哋都听咗Dr. Lawrence 佢哋好精彩嘅系啦，关于 HAPC 上边一啲嘅 solutions 啊 R&D 嘅啲分享啦。咁因为其实我哋SOCIF 啦，介绍翻我哋 SOCIF 其实系一间成立咗大概三年时间啦，系啦，三年时间嘅一间系。以香港科學園的一間初創公司都叫做是、而我們是比較專注即做一些、叫智慧交通的 solutions、在過去這三年其實我們就都跟了很多、香港的、公共交通工具去打交道啦即例如說一些、巴士公司、鐵路公司、小巴公司、去慢慢去了解他們一些、現在面對的一些 pain points咁啊，同埋佢哋未來可能想去做到，或者想利用科技去做到呢啲 solution。咁我哋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日呢大概40至45分鐘嘅時間啦，咁將我哋是一間初創公司係啦。咁喺呢三年入邊，我哋透過同前線嘅一啲客運公司或者政府去接觸，咁我哋都有啲嘅 insight 啦，或者係一啲嘅information 啊資訊，想 share 翻俾大家知係啦。咁喺我哋嘅角度嚟講，係發生緊咩事啊？或者我哋作為一間可能初創公司嚟講，咁我哋去點樣去同呢一個嘅市場去提供一啲服務啊產品咁樣嘅。咁我哋今日嗰個主題就我哋就會分享翻一啲喺智能客運啊或者 smart transport 上邊一啲即係現在與未來啦，就係我哋而家 offer 緊俾我哋嘅client 嘅一啲 solution 啦，同埋佢哋而家目前比較多嘅一啲 inquiry 啊，又或者佢哋想
有啲咩嘅 solution 啦，同埋喺未來嘅層面，我哋點樣去 foresee 係啦，點樣去 foresee 佢哋未來嘅啲需求咧咁樣。嚇，咁啊，首先我哋都簡介下 SOCIF 啦，大概幾分鐘時間講翻我哋其實係一間做乜嘢嘅初創公司啦，係啦。咁其實喺香港嚟講，做 smart transport 可能都有唔少嘅初創公司啦，可能佢哋係做一啲safety 嘅，即係做一啲安全駕駛啊。又或者是做一些定位啊、系統啊等等不同。咁我哋主要就係做一啲叫乘客資訊嘅系統啦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係啦。咁有三個類別啦，主要第一個類別就係一啲叫做實時到站嘅一啲預報嘅服務啦。啊，即係話我哋會喺啲車上邊就透過安裝一啲嘅 GPS tracker 或者啲定位裝置啦，叫做係啦。咁從而咧係計翻啲實時到站嘅資訊，係俾翻個營運商啦，或者俾翻佢哋嘅啲乘客啊、用户睇嘅。啊，咁第二種咧就係係做啲影像分析啦，係啦，我哋就叫做一個passenger counting solution 啦。咁我哋就會喺一啲巴士站啦，又或者係一啲公共交通工具上邊係啦。咁我哋就會用翻啱啱好似Dr. Lawrence 咁樣講，係用 Edge 去做嘅，但係啦，咁啊去計翻一個實時嘅乘客嘅上落嘅人數係啦，咁從而係可以令到個營運商可以發放更加透明嘅一啲乘客資訊啦。又或者貨翻啲營運商佢哋去做進一步嘅啲營運上面嘅 planning 啊，車隊上面嘅 scheduling 咁樣。咁而最後一個板塊都係我哋而家最近都開拓緊嘅一個板塊啦，就係去例如話我哋會同一啲交通顧問合作啦，係啦，咁就去幫佢哋咁啊用翻佢哋一啲 capture 咗影片去數翻啲唔同路段嘅人流啊、車流啊、一啲嘅 traffic analysis 啊，就做到一個 dynamic 比較 dynamic 嘅一個 AI 嘅一個分析，咁啊取代翻佢哋而家都係要可能去請一啲姐姐啊或者其他嘅額外嘅員工去睇翻條片，去數翻有幾多人或者幾多車經過咁樣。係啦，咁我哋可以介紹翻我哋比較 signature 嘅一個 reference 啦。咁就大概喺上年嘅十月份，咁我哋就同一啲電信商公司同埋電子支付公司啦。咁我哋就合作，係啦，咁我哋就作為其中一個參與嘅一間公司，一個 solution provider， 咁我哋就參與咗喺一個叫做香港運輸署，就係幫全港3500部綠色小巴提供實時到站預報服務嘅呢一個招標項目上邊。咁我哋公司負責嗰部分咧，就主要係全部都喺 software 系統上面嘅。係啦，咁我哋就需要去攞翻曬嗰3500部六 van 佢哋上面嗰個GPS signal 啦，實時一啲行車嘅速度啊、位置等等，咁我就要根據翻航運輸署佢哋嘅要求，係啦，咁可能有數以萬計咁多個嘅小巴站嘅，係啦，咁每一架小巴如果而家以呢一個嘅速度，以而家呢一個嘅實時嘅路況嘅話咧，咁佢仲有幾多分鐘會到下一個站，或者仲有幾多分鐘會到總站咧，係啦，咁我哋就會做翻個 ETA 嗰個實時到站個 algorithm 俾翻運輸署嘅，係啦。咁而另一方面咧，我哋都根據運輸署佢哋嘅要求啦，咁我哋都需要拍製翻一套俾小巴業界用嘅車隊管理系統。咁我哋而家都陸續收到好多唔同嘅 updates 啊，係啦。咁而家都可能係處於一個 phase one two 嘅一個狀態啦，喺個車隊管理系統嘅嗰個 solution 上邊係啦，咁我哋陸陸續續都會根據翻運輸署同業界佢哋磋商咗嘅一啲額外嘅要求咧，咁我哋都需要繼續去 improve 或者改善翻我哋而家提供緊俾業界嘅一個車隊管理小巴嘅車隊管理系統咁嘅。咁第三咧，我哋都喺呢一個 tender 上邊都做咗一個俾運輸署嘅一個 dashboard 或者個 monitoring system 啦。咁啊，盡量就可以俾佢哋掌握翻曬可能而家小巴行業佢哋一啲嘅實時嘅一啲行車嘅狀況啊，或者係數據啊。咁啊，可以令到佢哋喺開放數據嘅層面，或者喺即係佢哋喺去評估一啲小巴營運商嘅層面，可能就佢哋可以有更加有呢一方面嘅數據去做呢方面嘅檢視啦。係啦，咁其實啱啱講嗰個就係一個比較 significant 嘅 reference 啦，咁亦都係我哋覺得可能會 associate 到 with 即係咁多位嘅觀眾嘅一個 case 啊，係啦，咁我哋而家目前就係香港科學園旗下一啲 incubation program 入邊啦，係啦，咁其實我哋都會參與其他唔同海外嘅啲 accelerator 咁樣，係啦。
咁例如話我哋最近都參加咗，例如日本嘅啲 Exup Tokyo 啊，或者台灣嘅啲 Accelerator， 甚至我哋最近而家都嚟緊會喺一啲比較第二三線嘅城市或者地區，例如話可能汶萊咁樣嘅，咁我哋嚟緊都會有啲嘅巴士營運商係會喺嗰度落地，係去即係做一啲乘客資訊相關嘅 solution。咁所以我哋而家都慢慢係由香港轉移到香港以外嘅地區，希望將我哋嗰啲乘客資訊嘅 solution 係可以帶去世界各地。係啦，咁呢度以前一啲我哋即係作為一班青年，咁我哋有玩過嘅一啲創科嘅一啲獎項咁樣。係啦，咁呢個就係roughly 啦，roughly 講一講我哋嘅 clients and partner 咧自己。咁我哋 client 上面，我哋其實就主要係 serve 好多即係政府部門上面就主要係運輸處啦。咁而喺客運公司咧，我哋都有 serve 一啲嘅鐵路公司啊，一啲嘅小巴公司、貨運公司啊，甚至而家我哋嚟緊都會同一啲叫做輪船係啦，渡輪一啲渡輪服務嘅公司係會有進一步合作咁樣嘅。咁而喺 partner 上面，我哋都會同好多唔同嘅電信商啊、distributor、SI 佢哋合作啦。咁啊，盡量睇下點樣可以將我哋呢一個智慧交通呢個 solution 係啦，咁係經佢哋包裝底下就可以推俾我哋即共同嘅客户咁樣樣。咁如果話去翻今日呢一個 topic 啦，啱啱介紹完係啦，咁啊講一講翻一個智慧交通嘅一個話題咁樣啦，係啦。咁其實相信大家都會知道清楚，其實而家全世界即係好多地方，例如話可能美國又好、英國又好、even 中國入邊唔同嘅城市啦，其實佢哋都有好多嘅智慧城市一啲發展藍圖。係啦，咁我哋就喺呢三年入邊，我哋都總結咗啲我哋 so far 一啲嘅經驗啦，就覺得點解我哋發現到嘅情況就係點解每一次每個城市佢哋講智慧城市發展咧，咁點解好似智慧交通咧都好似有個好重要嘅一個好重要角色啊？係啊，即係咁我哋就慢慢發現，其實係有原因嘅喎，點解咧？例如話可能喺政府嘅角度啦，係因為其實很多的可能橋梁、隧道啊，even 係紅綠燈啊，甚至一啲公營巴士、啲公營嘅道路，其實很多呢啲嘅資產咧，其實都是政府係可能直接 control 到啦，或者其實佢哋係可以很容易就接洽到呢方面嘅資源，所以就比較容易係可以喺做一個智慧城市嘅情況底下，就可以做到啲智慧交通，呢個係一個比較重要嘅因素，政府可以 control 到。咁另外就係嗰個經濟嘅價值啦，即係例如話可能佢政府喺一啲隧道上邊咁啊，去採用咗一啲影像分析嘅一個 solution 咁啊，去 detect 翻可能啲車流啊、人流啊，甚至可能喺一啲好似香港小巴咁樣嘅，佢就係做緊運輸署做緊一個實時到站預報嘅，佢哋同時間都可以透過開放數據係 empower 到或者令到更加多第三方嘅一啲應用程式啊。好似 for example 可能 City Mapper 啊，或者其他嘅 APP 咧，佢都可以攞到啲公開數據去創造更加多嘅 solution 出嚟。咁所以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做一個 solution 就可以帶動更加多嘅 application 啊，帶動更加多嘅經濟價值有個咁樣嘅 factor。咁第三我哋都覺得係嘅就係因為市民成日用到啦，因為啲公共交通啊或者 transport 呢啲係一個即係基本上我哋翻工翻學都要用到、會見到、會摸到、會感受到嘅嘢。所以可能呢個都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reason， 係點解成個政府佢哋去搞一個智慧城市嘅發展嘅時候，智慧交通咧通常喺佢哋嗰個嘅日程表係一個比較重要嘅一個 portion。係咁呢個好快，我哋自己都即係做咗少少 research 咁多，係比較得意嘅都分享下俾大家啦。係咁而家就係講緊喺智慧交通嘅發展上邊咧，咁一啲嘅城市其實佢哋做緊啲乜嘢咧？咁樣係啦，好似San Francisco 咁樣啦，咁其實。我哋見到啲 point 就係話，其實 San Francisco 咧，佢哋有喺全球咁啊，基本上有最多數量嘅一個EV 嚇，啲電動車啊，同埋啲 public charging station 嘅喎，原來啊，同埋佢哋喺立法嘅層面其實都會好 support 一啲呢啲 car parking 咧，係會可以 offer 到呢啲提供到呢啲嘅charging station 嘅啲 policy 咁嘅。咁例如話可能係西班牙嘅巴塞隆納，咁其實佢哋都有好多wireless control 嘅 LED 嘅啲街燈啦，甚至係佢哋將成個城市咧係做到一個 city bike 嘅一個 system， 令到鼓勵更加多嘅一啲人啊或者成日可以用單車嘅一個交通嘅途徑代步工具去出行嘅。例如話可能新加坡大家都可能比較熟悉嘅，就佢哋有啲嘅 ERP 嘅 2.0 啦，又或者係一啲甚至一啲真係 autonomous 嘅一啲 bus 嘅一啲巴士嘅 pilot， 其實都可能喺2021年係做咗，同埋可能開始 commercialize 緊嘅。咁我哋咁當然我哋啱啱有個 walk through 就去咗global 咁啊，全球咁望一望有啲嘅城市做緊啲咩嘅智慧交通嘅 solution， 梗係要翻香港呢個地方啦。
我哋香港嘅地方咧，咁主要就係一個叫智慧城市藍圖 2.0 啦。咁我哋都search 過，就係例如話智慧城市藍圖 1.0 加埋 2.0 咧，咁總共大概可能有130多項嘅一啲智慧城市嘅 initiative 啊措施項目嘅。咁我哋立過下啦，都大概130多個項目，邊竟然有可能30多個項目都係關智慧城市，咁大概佔1/4左右啦。咁所以其實都見到有不少的比重是真的在智慧交通、智慧出行的一個層面上面，是政府都很大力去支持的去發展的樣子。我們都囊括了一些現在政府做的一些 smart transport 的一些措施，大家都可以看看。例如說可能在政府的層面，其實他們現在是好像這樣說，就是推進一些，例如小巴，小巴佢係推緊一啲綠色小巴嘅實時到站嘅預報系統啦，又或者大家最近都會發覺嘅一啲智能嘅咪錶啦，係啦，咁亦都有一啲智慧嘅交通嘅運輸基金啊，去鼓勵翻我哋好似我哋啲初創公司啊業界咁去做更加多smart transport 嘅一啲 R&D 啊 solution 出嚟嘅，咁亦都有啲例如話地理空間實驗室啊，咁嚟緊可能有唔同嘅公開嘅開放數據係。想業界係 adopt 更加多呢方面嘅 solution 去 innovate 啊，去 create 啊。咁例如話喺 MT 即 Metro 嘅公司啦，係啦，一啲嘅鐵路公司，其實你都會見到佢例如話屯馬線係啦，咁大家都會見到個 screen 嘅，個 screen 上面就會有翻個人仔話俾你聽，而家實時嗰個嘅車卡入邊嗰個嘅occupants 啊個狀況啊，多唔多人啊，少唔少人嘅。咁據我哋所知咧，其實佢哋個做法咧就唔係用 camera 去做啦，佢哋個做法咧就係喺嗰架車卡出廠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每一個車卡底下咧，其實已經有個壓力嘅 sensor 係可以感應到有幾多個乘客喺上邊咁樣嘅，係啦，咁所以你都見到其實佢唔會係用一個好 accurate 話俾你聽，上邊有12個或者24個嘅 passenger， 佢都唔需要咁做。咁所以佢都係會用翻一個一隻人仔、兩隻人仔、三隻人仔，咁從而佢希望達到去做到一個喺平台上邊實時分流嘅一個效果啦。咁啲乘客就可以知道，咁我而家4號、5號喎，咁多人，咁我不如就走去1號啦、2號啦，咁啊達到個分流嘅效果咁樣嘅。咁同時啱啱Dr. Lawrence 都應該提過啦，啲即係 MTR 上邊應用嗰啲 robotics 一啲嘅機械人嘅一啲案例啦。咁所以我哋都見到其實喺私營機構上邊，喺鐵路公司上邊，其實都有呢一方面嘅 solution 係開始湧現緊嘅喺智慧交通上邊。咁而另一方面啦，大家都成日都會搭巴士噶啦，咁當然當我哋可能講開巴士有啲咩嘅創新科技應用科技嘅時候，咁大家最熟悉可能就係嗰個實時到站啦。咁大家覺得準唔準，或者有其他唔同嘅意見，咁呢個就另一樣嘢嚟嘅，係啦。咁有個 ETA 啦，咁同時間我哋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可能有啲巴士上邊咧，佢哋巴士車頂，即係我哋車站就見過有太陽能電子板啫。咁但係連個車上邊都有個太陽能電子板嘅，都可能係比較少見啦。咁事實上佢哋都開始係向呢啲ESG 啊，或者 sustainability 啊，呢個方向係裝備翻佢哋嗰啲車隊啊，或者科技，甚至最近可能 smart home。同佢哋九巴都有啲 5G 嘅 bus， 即係一啲5G 嘅一啲項目啊，或者 initiative 係裝備緊佢哋個巴士個車隊上邊嘅。係啦，咁呢一樣嘢啦，就係都比較關我哋事啦。係啊，因為我哋就之前都參與過去綠色小巴嘅實時到站嘅呢個預報嘅一個項目呢個招標上邊。咁而我哋都知道，其實下一步政府或者運輸署佢哋想推嘅就係一個一個咪駕駛安全啦，叫而係嗰個乘車安全啦，係啦，因為可能最近呢幾年可能都比較多一啲情況，就係因為可能啲乘客未有佩戴安全帶，而有啲嘅傷亡嘅數字啊，或者做咗啲意外出嚟咁樣嘅。咁所以我哋都知道，其實運輸署最近都可能委託緊一啲third party 一啲嘅研究啊、科研機構啦，咁啊去做緊呢啲相關嘅pilot， 咁啊睇下可唔可以即係喺業界度應用到一啲檢測乘客佩戴安全帶嘅情況啦，同埋嗰個小巴嗰個嘅座位偵測個情況咁樣嘅。咁呢個佢都係政府一路 on and on 做緊嘅嘢。咁甚至啦，而家我哋見到啲渡輪上面啦，原來渡輪咧，即係可能大家個 attention 未必咁可能知道，其實而家客輪、渡輪佢哋嗰邊嘅創新科技啊，或者嗰個嘅 smart transport 係發展到咩階段？咁而我哋做嗰啲 research 所知，我亦都同過，例如話可能港九小輪啊、新渡輪啊，或者係珊瑚海船務等等，我哋都傾過嘅。係啦，咁佢哋都知道，佢都講咧，就話政府運輸署都有一系列嘅例如話開放數據嘅計劃咧，係希望啲船公司可以
俾到一啲嘅實時到站啊，又或者係啲航班嘅時間表啊，甚至而家嘅碼頭上面嘅人數啊，船上嘅人數啊，咁呢啲係運輸署都係係真係 mandatory 嘅 compulsory 係要呢啲船公司係開放出嚟嘅啲數據嚟嘅。咁所以都衍生到其實業界咧都有呢方面嘅solution 嘅需要啦，就話睇下點樣可以幫啲船公司佢哋啲街道啊，又或者客輪可以提供到呢啲乘客資訊系統呢方面嘅 solution 係啦，甚至係我哋都見到有啲 policy 啦，係喺個智慧城市藍圖入邊嘅，就係資助可能一啲渡輪公司啦，佢哋可以發展到一啲電動渡輪啦，係啦，咁呢啲大家可以。即係啱啱講完都可以 feel 到，其實而家成個香港嘅智慧交通嗰個嘅發展方向，無論係政府推動嘅，定係一啲私營機構佢哋自己去 raise 嘅去做嘅，其實都係呢個方向，即係都係好 related to 一個乘客上邊咯。所以其實我哋經歷過呢三年嘅一個即係初創嘅一間公司，經歷咗呢三年嘅心路歷程啦。其實我哋喺交通嘅層面，其實我哋都 identify 咗，我哋叫咗啲 patterns 出嚟，想同大家分享一下。係啦，就係講緊當一個城市好似香港咁樣，佢要開始搞智慧城市啦。啱啱所講而智慧城市入邊，佢當掂到佢智慧交通嘅板塊咧，其實我哋見到嘅第一個就係、其實佢哋好多。solution 或者佢哋好多嘅 application 咧，一推嗰智慧交通嗰下咧，其實好多時候都係關乘客事，或者好多時候都係關我哋嘅市民好切身感受到嘅，係啦，呢一個方向就好似有幾個例子啊，例如話我哋睇翻可能澳門，又或者澳門嘅巴士啦，澳門嘅巴士又或者係香港嘅九巴、新巴咁樣啦，又或者可能係中國內地佢哋上海、北京嘅城市啦。通常我哋揾到我哋自己試過揾例如話智慧交通智能巴士澳門等等。通常我哋揾到嘅新聞或者我哋睇翻佢哋嘅政策 policy 咧，佢哋首先就會係講緊實時到站啦。首先架車上面就要加GPS 加一啲 sensor， 咁啊知道架車幾時到先。咁然之後下一樣嘢，通常我哋搞嘅就係嗰個實時嗰個乘客嘅上落咯，又或者巴士站有幾多個人喺度等緊咯。即係有個實時到站啊，又或者係一啲passenger counting 啊、people counting 呢方面嘅 solution， 我哋係見到一個 pattern， 係一個 pattern 係唔單止係香港啊，係連可能澳門啊，或者中國內地一啲唔同嘅城市，例如話上海啊、北京啊，以至我哋啱啱所講嘅文萊啊，又或者係一啲二三線其他唔同嘅國家地區咧，其實佢亦都有呢個 pattern。即係總之一掂智能交通呢個板塊咧，通常就會做一個乘客資訊系統呢方面嘅 solution 為主嘅一個 application 先咁樣。係啦，咁有見及此啦，其實我哋就that's why 我哋見到其實都有個比較巨大嘅一個商業機遇喺入邊。即係講緊嘅唔係淨係睇香港咁，你香港你巴士公司都係得嗰幾間啦，係咪？咁你鐵路公司都係得一間，係咪？咁亦都啲車個總嘅數量都唔係話多。咁但係我哋見到係一個全球嘅趨勢咯，係啦，即係全球都係講緊智慧城市發展，而全球嘅智慧城市發展喺智慧交通嘅領域咧，都係會佔一個好重要嘅 portion。咁而一掂智慧交通呢個板塊，好似啱啱咁講啦，就係會牽涉到好多乘客資訊呢方面嘅 solution 行先。咁所以 that's why 我哋公司咧就我哋自己 SOCIF 啦，一間初創公司，我哋就比較專注，真係做一啲即係 PIS 啦，叫做 Passenger Information System 嘅 solution， 亦都希望喺呢個方向係可以發掘多啲，或者提供多啲更加多嘅 value 俾我哋嘅客運嘅一啲公司嘅客户。咁而家就即係再細少少講翻，例如話我哋實時到站預報。係啦，又或者係啲實時喺車上去啲做一啲點算人數嘅 solution， 其實我哋而家係會點樣做咧？或者我哋做嘅啲案例喺香港嚟講，我哋已經落地到一個咩嘅程度咧？咁首先講翻 ETA 實時到站預報啦。咁大家可能接得最多嘅就係九巴佢哋嗰個 KMB apps 啊，係咪？你知道嗰架九巴仲有三分鐘後到，或者新巴、城巴佢哋兩分鐘後到。咁其實近年嚟啱啱所講嘅政府嘅 tender。運輸署嘅呢一個 project 幫綠色小巴做嘅，其實而家都逐漸落緊地，係啦。咁詳細啲嘅 technical 嘅成分，咁陣間我 partner Simon 佢會講多啲係 technology 上邊有我哋會點樣遇到啲唔同嘅 challenge， 我哋點樣 handle 啊等等啦，係啦。咁呢個係 more on 一個 overview 係啦，係啦。咁我哋除咗其實做綠色小巴嗰個實時到站預報系統之外咧，其實我哋而家都同好多嘅非專營巴士營運商合作啦，例如話陽光巴士啊、City Bus 啊等等等等。咁我哋都有幫佢哋好多嘅居民穿梭巴士去提供啲實時到站嘅資訊嘅。咁呢個 case 咧就我哋同啟盛物業管理公司合作啦。
係啦，咁我哋就令到佢旗下差唔多而家超過可能30個樓盤啦，例如話珀麗灣啊、曉峰閣啊、康樂園啊，甚至 ICC 啊，一啲工商業嘅大廈或者一啲嘅居民住宅區，其實好多時候佢哋都有 shuttle bus 嘅，係啦。咁而喺佢哋乘客啦，咁乘客佢哋或者佢用户其實都好想知道翻，可能架 shuttle bus 做幾耐到佢哋呢個站去 serve 佢哋咁樣樣。咁我哋都有為佢哋 provide 呢方面嘅到站嘅資訊啊、乘客資訊啊咁樣樣。咁甚至而家開始有啲嘅校巴公司咧，又或者啲學校咧都有主動去揾我哋啦，就係、是、喂，我哋有十幾部校巴啊，又或者我哋有四五部校巴，咁我哋都唔想啲家長咧就組成十五二十分鐘就帶個小朋友落去喺度等喎，咁即係唔知等咩咁啊，咁會唔會係有個好似你哋而家 offer 緊俾業界嘅 solution 係啦，實時到站嘅，咁我啲家長就可以就五分鐘之前先帶個小朋友落去等啊，咁就可能幫個家長都慳翻好多唔同嘅時間。就呢方面，我哋都有收到啲 inquiry， 係啦。咁啱啱我哋所講嘅就主要係啲叫 location based 嘅 solution 啦，係啦，即係個實時到站係啦，有個 GPS tracker 嘅情況底下，咁我哋知道架車幾時到。咁嚟緊我哋都想講一講我哋個passenger counting solution 呢一個方向嘅，係啦。咁呢個係一個POC 嘅場景啦 ，pilot 嘅場景，就我哋之前其實都喺一啲嘅綠色小巴上邊，我哋同自己相熟一啲少少嘅營運商，我哋都試過係透過用 Edge 嘅方式啦，就好似啱啱 Dr. Lawrence 咁樣講，係用一個 AI 盒啦，係啦，一個 Edge 嘅一個 box 係啦，咁就放喺架車上邊，跟住我哋個做法就係將佢連接翻而家佢哋已經安裝咗嘅一啲 CCTV 嘅鏡頭。咁從而係可以 real time 做到個 processing 啦，我哋就唔需要做好似啱啱所講係上 cloud 又或者上雲端咁有個 latency 喺度噶嘛，係啦，咁我哋就用翻呢個 edge 嘅方式就做一個乘客實時嘅一個上落嘅一個計算，就俾翻個營運商咁樣。咁而啱啱嗰個係一個小巴嘅應用場景一個 pilot 啦。咁其實同時間我哋而家都開始同緊一啲嘅巴士公司同埋或者係鐵路公司做緊相關嘅 pilot 嘅。但因為都有啲 agreement 咁就唔方便開名，咁而呢條片咧亦都唔係香港嗰啲嘅你熟悉嘅巴士嘅場景嚟嘅，只不過係都係用翻外國嘅一啲片段，咁我哋去 illustrate 翻個 concept 啊，就係話本身好多嘅鐵路嘅車廂入邊啦，又或者係一啲巴士嘅車廂上邊咧，其實都已經有好多嘅CCTV， 咁啊佢本身都係裝咗喺車門上邊去做翻一個 surveillance 嘅。係啦，咁而因為啲營運商佢哋其實佢哋就唔想額外去安裝一啲可能海康啊，又或者大華其他品牌嘅啲新嘅 cam 啦，係啦，又或者總之就唔想安裝一啲額外嘅 sensor 情況，但係佢又想做到一個乘客點算嘅一個功能喎。咁你話點解佢哋想做咧？其實個個持份者佢哋嗰個出發點都唔同嘅。例如話，我哋有啲 case 係日本嗰啲 inquiry 啦，咁日本嗰啲巴士公司點解想做？就因為佢哋而家想做一啲social distancing 係啦，咁啊，例如話架車本身係五十個人嘅 capacity， 咁而家載咗超過25人咯，咁架車咧可能就因為咁樣就要飛站啦，因為要保持翻嗰個社交距離。咁但係可能觀乎翻香港呢啲，其實我哋就知道個 demand 或者嗰個佢哋個出發點咧，其實係 more on 嗰個乘客資訊上邊啦。第一啊，咁佢哋想俾個乘客好似MTR 佢哋屯馬線嗰個 screen 咁樣。他想俾翻啲乘客知道而家個車廂咁而家個情況，咁就可以做到啲分流嘅效果啦，實時。咁而可能你啲巴士公司嘅出發點就係 more on 嗰個 operation 上邊，係咁佢想做翻啲可能調車啊、車隊管理啊，甚至可能佢哋想一體化翻喺唔同嘅巴士站上邊，佢哋而家咪有個電子站牌，咁可能 show 翻俾你聽，話翻俾市民聽架車272K 仲有三分鐘到。咁佢哋都想做埋一個 occupancy 嘅一個資訊嘅發放，俾翻啲市民去有個更加清晰嘅 picture 嘅，係咁呢就係佢哋嘅啲出發點咁樣咯。再加上其實而家嚟緊，可能運輸署或者政府佢都會透過立法或者係啲開放數據嘅一啲 initiative 啦，係希望營運商係交多更加多一啲乘客資訊嘅數據出嚟，就好似當初佢哋可能希望一啲嘅巴士公司去俾實時到站嘅資訊，開放啲數據出嚟嘅嗰個原因一樣，佢都想佢哋開放更加多車上邊嘅可能 occupancy 啊、個 crowd level 啊呢方面嘅 data 出嚟，俾第三方嘅 application 去再創造更加多嘅應用出嚟。
係啦，咁啱啱就係講巴士啲應用場景啦。咁另外咧，其實我哋而家都開始有幫一啲叫做交通顧問啦，一啲嘅transport consultancy 嘅公司咧，其實就幫佢哋用一個更加 AI 啊智能化嘅方式去做到一啲車流啊或者人流嘅分析咁樣嘅。因為呢個 use case 係講緊咩咧？呢個 use case 咧係講緊而家有好多嘅交通嘅一啲顧問啦，其實佢哋係需要咧喺一啲指定嘅路段上邊咧，係幫佢哋個客户。咁佢哋嘅客户可能係運輸署、路政署，又或者係一啲地產發展商啦，幫佢哋要度翻可能過去十四日成24个钟咁嗰個車流嘅情況。那個車流唔係純粹一架、兩架、三架咁樣過咗就算，佢係可能要數翻有幾多架唔同類型嘅車，即係可能有幾多架警車 pass through 過左邊嗰條道路，或者有幾多架重型嘅油車、貨車、小巴、的士 pass through 過唔同嘅links 咁樣樣嚇。咁而家佢哋嘅做法就好 manual 嘅，咁佢拍咗條片咯，咁就揾翻啲姐姐咁啊，時薪可能就40-50蚊咁樣，就揾個姐姐咁樣去數翻曬有幾多架車，咁可能數都要數成一個月咁樣啦。咁而我哋而家同佢哋個合作嘅角度就係、是，我哋攞咗你條片，咁如果角度係 OK 嘅話咧，其實我哋都可以用 AI 嘅方式咧，就幫你 process 翻呢個片段，係啦，咁就從而係可以好 automate 咁樣去，基本上可能3-4个钟內就可以俾翻曬你 suppose 要成個月先數得出嚟嘅嘢，仲要係有曬一啲完整嘅格式啊、format 啊等等嘅，係啦，咁呢方面我哋都係做緊一啲相關嘅 passenger analysis 啊。一啲嘅行人嘅 analysis 啊，又或者係一啲好似啱啱所講嘅啲車流嘅 analysis， 我哋公司都有做呢方面嘅 solution 嘅，係啦。咁講一啲我哋嘅 advocacy 啦，係啦，即係因為啱啱講嗰啲就係我哋一啲而家面對嘅客户佢哋嘅需求啦，或者我哋 offer 緊俾個市場上面嘅嘢啦，係一間正常嘅一間商業嘅公司。咁我哋其實我哋想將我哋自己公司定位做一間唔係淨係普化一啲呢啲 solution 嘅公司咯，嚇，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唔係個客或者唔係我哋嗰個客户啦，嚇，唔係個客户話想要 A 我哋就俾 A， 咁我哋都想做一啲 advocacy， 我哋想成為一間創意型嘅一間智能交通嘅一間初創公司。嗱，咁所以第一個倡議我哋做咗嘅係啲乜嘢咧？就係我哋自己就開發咗一個叫做搭車 Easy 嘅一個 APP 啦，咁嗰個就係一個我哋自己 own 自己開發嘅 APP 嚟嘅。咁其實同 MTR Mobile App 又或者 KMB 個 App 都比較相似，我哋都係攞翻所有嘅開放數據，小巴嘅開放數據、巴士嘅開放數據、渡輪嘅開放數據，咁我哋就喺上邊咁會顯示曬，用一個比較 user friendly 嘅一個 interface 去做出嚟啦。咁同時間我哋都會加一啲我哋認為其實會 benefit 到乘客嘅一啲功能，例如話一啲討論區嘅功能啦，咁啊可以俾翻啲乘客喺上邊講翻對於唔同嘅線路啊，或者對於唔同區嘅交通佢哋嗰啲嘅睇法啊，或者佢哋而家發生緊咩事嘅，其實出咗街嘅你呢個 app 而家大概有差唔多8-10万個 user download 左右啦，係啦。咁而我哋下一步咧，其實都開始同緊越嚟越多嘅紅色小巴嘅營運商咧，去協調啊、協作啦。咁就係因為其實有唔少營運商咧，唔少嘅紅 van 營運商咧，其實佢哋咧都係行，即係雖然佢哋本身係行啲 dynamic 嘅路線啦，即係佢哋冇固定路線嘅。咁但係其實有唔少嘅紅色營運商，佢哋都有一啲嘅固定路線嘅。咁其實所以我哋就而家都同一啲例如話元朗區嘅一啲小巴紅色小巴營運商咧，我哋都有開始提供一啲實時到站嘅預報服務俾佢哋。咁因為紅 van 咧，其實喺成個香港嘅公共交通體制入邊咧，其實就即係對比起綠 van 咧，其實紅 van 嘅營運商成日都會覺得可能政府係厚此薄彼咁樣嘅。即係我哋之前就同一啲紅 van 嘅商會嘅一啲主席佢哋傾過啦，咁佢話：咦，點解政府幫綠 van 做啊，但係又唔幫紅 van 做咁樣樣，係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將我哋本身有嘅呢啲可能實時到站預報嘅 solution 啦，但係睇下點樣可以用一個更加符合成本效益嘅方式，可以提供俾一啲可能香港嘅其他交通工具啦，就好似紅 van 咁樣樣。咁呢個都係我哋而家做緊，或者係已經叫做部分做咗，希望可以帶到俾業界或者帶到俾市民嘅一啲比較落地嘅啲智慧交通方面嘅啲 solution 啦。咁另一方面咧，就係喺嗰個邊緣運算上邊咧。咁其實最初咧，市面上咧我哋本身我哋 pitch 俾可能啲巴士公司啊，或者鐵路公司咧，其實我哋都係用一啲可能一啲 GPU 為主嘅一啲邊緣運算嘅裝置。因為邊緣運算入邊佢會有 AI 嘅 chips 啦。
咁可能係 GPU， 可能係其他啲嘅 AI chips， 咁但係通常市面上都用 GPU 為主，亦都通常市面上咧係俾某幾個比較大嘅 manufacturer 去壟斷緊咁樣。咁而一部 GPU AI chips 嘅邊緣運算嘅裝置咧，其實車載喎，要擺架車上邊用，可能講緊嗰個成本都可能要萬幾兩萬蚊港紙咁樣。咁我哋試過將呢個 solution 就呢個 edge， 我哋再將佢 pitch 過俾可能啲鐵路公司啊或者巴士公司，其實佢哋就覺得好貴嘅，即係覺得哇，咁我有幾千部車，咁我每部都一萬兩萬，咁唔掂啦，冇翻成億，我都唔使做一個人數點算嘅 solution 啦。咁所以我哋喺呢方面，我哋都有自己 R&D。咁我哋 R&D 嘅方式咧，我哋就係同一啲台灣廠去夾啦。咁我哋夾咗隻 edge 出嚟咧，入邊就唔係用 GPU 嘅，入邊就係用 NPU 嘅，係啦，即係一啲嘅其他嘅 AI chips。咁而我哋都有開發一啲叫做針對 NPU 呢塊 chips 嘅compression technology， 即係啲嘅壓縮技術啦，令到我哋可以將一啲例如話點算人數嘅 AI model， 我哋可以擺喺 NPU 上面去 run 到而基本上嗰個出嚟嗰個嘅結果或者效能其實同等於你用 GPU 差唔多即係個結果係可以做到一樣，但係講緊個成本咧就可以將萬零兩萬蚊嘅成本係降到去可能三四千蚊就可以做到呢一個嘅邊緣運算嘅裝置出嚟，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做緊，甚至我哋已經係開始喺一啲嘅車上面係試緊呢樣嘢，係完全係做到嘅，係 workable 嘅一樣嘢，係啦。咁而針對全球嚟講啦，我哋自己嗰個 advocacy 係點樣咧？就係想倡議因為而家見到個大趨勢啊嘛，咁你好多嘅智慧城市嘅發展，你都會有智慧交通嘅發展啦。咁而智慧交通嘅發展，好似啱啱所講，其實好多都係第一步都係想要嗰啲同乘客相關啦，或者係同佢哋嘅市民啦 ，citizen 係可以 interact 到嘅，例如話啲實時到站嘅資訊啦，又例如話係一啲車上嘅一啲人數點算嘅技術啦。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可以將我哋呢一方面嘅 expertise 啦，將我哋香港本土做到出嚟嘅咁樣嘅 reference、咁樣嘅 case、咁樣嘅 technology 係可以將佢帶到俾其他嘅國家嘅，即係例如話我哋而家第一個嚟緊會落地嘅，可能就係講緊汶萊，係啦，咁佢哋個國家，我哋同到佢哋一啲嘅巴士公司合作啦，咁嚟緊會喺佢哋去落地我哋嗰個實時到站嘅預報嘅技術啊系統啊咁樣。咁啱啱講嗰啲即係 base on 我哋 SOCIF 嘅一個角度啦，係啦，咁而因為我哋個 topic 係 now and future 啊嘛，咁其實future 咁我哋有啲咩嘅睇法咧對於香港？咁當然而家我哋。我哋有四樣嘢想分享啦，咁呢四樣嘢咧其實都唔係我哋做緊嘅，但我哋覺得可能喺智慧交通嘅發展上邊咧，都可能會有呢一方面嘅需求啦，或者呢方面嘅 solution， 如果真係出到嚟嘅話咧，其實都可能會好 benefit 到我哋香港嘅市民啊或者業界咁樣嘅。咁第一個咧就係叫做e-commerce on transport stations 啊，即係我哋發現。很多時候啲乘客喺度等車啦，乘客喺度等車，咁通常佢哋嗰個情緒或者個 emotion 一定係 negative 啦。即係佢無論等五分鐘又好，等十五分鐘又好，咁佢都係調氣都係唔順㗎啦，即係佢都係唔係好滿意或者唔係好開心㗎啦。咁我哋就之前都諗過，喂，會唔會有機會將來就會出現一啲嘅 solution 係 cross over 嘅，就可能係交通業界可能係同 for example e-commerce，for example HKTV Mall。會唔會可能同九巴會有個合作咧？就係話佢啲乘客當用可能 KMB apps 咁喺個站嗰度等緊車嘅時候，咁會唔會用一個 geofence 嘅一個 technology 可以鎖定到個乘客喺邊個站度等緊車啦？從而係可以 pull up 翻一啲e-commerce 或者係一啲有啲 discount sales 去推俾嗰個嘅乘客嘅，令到佢可能等車冇咁悶啦，就等車都可以順便做埋一啲 online shopping 啦。咁會唔會呢方面又可以一方面又可能增加到巴士公司佢哋嗰個嘅revenue 咧？咁另一方面亦都可以令到個乘客個體驗即係嗰個乘客個排隊個體驗係由負面變到去 neutral， 甚至係一個 positive 嘅一個體驗嘅。咁另一方面我哋都諗緊因為而家我哋都見到運輸署佢哋其實都積極去推展緊呢一個 e-scooter 啦，即係啲電動滑板車。咁早前都喺香港科學園呢邊，同埋喺將軍澳隧道佢哋嗰邊都有啲嘅場地嘅測試係希望係真係可以令到呢個 solution 係變成香港市民嘅一啲日常嘅代步工具嘅，你都知道。咁如果當嚟緊呢個 solution 呢一個新興嘅行業真係落到地啦，呢個電動滑板車。
係咪？咁因為佢可能個價值比較昂貴啦，係咪？咁亦都係因為即係都冇咁多泊位係真係俾市民你即係攞翻屋企泊。你買單車，你都唔會有好多市民係真係買架單車，然之後你擺到喺屋企入邊啦，係咪？咁所以相關嘅啲機會會唔會例如話喺啲rental platform 啊，又或者係啲 IoT sensor 係 for security 一啲 for 安全嘅一啲 purpose 啊，甚至係啲 portable chargers 啊呢方面嘅demand 或者需求咧，其實都係可以由呢個 e-scooter 係帶到出嚟喎。係啦，咁再第三樣咧，就係一啲叫 5G positioning 啦。咁因為我哋而家其實我哋本身都同一啲電信商去合作啦，咁都得知到好多佢哋嚟緊嘅 roadmap， 例如話係一啲5G 基站嘅一啲安裝啦。咁其實當好多嘅 5G 基站喺香港正式安裝到落地到之後，其實係可以透過 mobile apps 啦，又或者係啲車上面安裝一啲嘅 5G device， 咁其實就可以純粹用個基站就可以做到個定位嘅咯，基本上啲車佢都唔需要裝啲咩可能特別嘅 GPS 啊呢啲 device 就可以幫到啲車係做一啲嘅比較精準嘅定位啦 ，based on 個基站。咁到時候係咪可以出現個情況就係、是、哦，而家你可能係六點鐘至七點鐘係繁忙時間，咁喺中環區或者喺銅鑼灣區，係咪咁就透過呢個 5G positioning 係做一個 dynamic 嘅一個 vehicle tolling 咧？係嘛？咁只要你喺呢個時段你出現喺中環，咁我就收你貴啲錢啦。咁你唔喺呢個時段喺中環，咁我就收你平啲啦。係咪？咁係咪可以做到一個更加 scalable 或者更加廣泛性嘅一個人流或者即係車流嘅一個分流啦？甚至可能將來係做到人流添啦，係啦。啊，咁最後咧就係、是、我哋都想分享翻啲我哋對可能 EV 上面嘅睇法啦。咁因為我哋都知道其實而家電動車其實係香港有個未來嘅一個發展藍圖嘅，就可能大概2040或之後就希望可能大部分嘅車都會係轉曬電動車㗎啦。係啦，咁政府佢哋有呢個 initiative 想推啦，咁但係好多時候我哋聽啲市民或者業界講就係話好缺乏呢一個基建嘅支持，例如話係一啲充電器，例如話一啲嘅插電嘅一啲設施。咁我哋就諗啦，咁會唔會有個情況又可以出現，就係話如果係個 mobilize 嘅一個 EV charging station 嘅概念，咁又得唔得咧？啊，即係咩意思咧？即係話我哋唔需要話真係可能起100個、起1000個嘅充電嘅設施，係 fix 嘅充電嘅設施，先叫做係去真正去推廣電動車啊嘛。咁會唔會係我哋就算係起咗10個fix 嘅充電設施嘅情況底下，其實我哋另外嗰50個或者100個係一啲比較叫移動嘅？即係好似你見到而家幅圖咁樣咯，佢可能係一個移動嘅充電車，可能個形狀啊或者嗰個嘅 size 唔會話真係成個油站咁巨型，因為佢嘅投資啊相關嘅 operation 都會好耗費或者好耗時啦。咁會唔會我哋有越嚟越多嘅呢啲 mobilize 嘅 EV charging station 嘅情況下，反而係會 empower 到或者令到香港人係可以更加接受到去採用電動車咧？咁如即係我哋覺得呢一個方向其實都可以解決到個基建。嗰、那個差電嗰個設施不足嘅問題，係咁啦。啱啱嗰四個就係我哋自己一間呢方面嘅初創公司，我哋自己 FF 或者自己叫老保出嚟嘅一啲嘅solution 啦，係啦。咁大家都可以聽完之後就可以當係 for reference， 或者係你可以自己再 comment 啦，自己先睇下，係啦。咁啱啱講嘅咧就係一啲我哋對未來香港嗰啲 smart transport 上面嘅 solution 睇法啦。咁純粹附帶分享翻啲funding opportunities 啦，咁就係我哋都知道政府而家有啲smart traffic fund 啦，即係啲智慧交通運輸基金係啦，咁然之後有啲係支持 5G 發展嘅啲基金，同埋一啲第三方物流嘅一啲一啲嘅應用項目嘅基金等等啦，咁全部我冇記錯咧，全部都係 under HKPC 佢哋做一個秘書處去審批嘅，係咁所以呢邊我哋就唔多講啦，咁就純粹賴過講一講，亦都有呢啲 funding 去支持我哋嘅業界或者我哋啲初創公司做啲研發啊 application。咁嚟緊咧，我哋就正式將個時間就交俾阿 Simon 係啦，咁佢會可能好快都講一講啦，時間問題。咁啊，講一講一啲技術上我哋之前做嘅一啲 solution， 我哋遇到嘅啲 challenge。係咯，我係 Simon 啦，咁就係 SOCIF 嘅 CEO。咁喺講技術層面方面嘅話題咧，咁我哋首先開始就係我哋比較 significant 嘅一個 case 啦，就係個實時到站業務系統嗰一個嘅技術層面方面嘅挑戰同埋開發相關嘅情況嘅。
咁咧喺我哋做ET 啦，其實我哋做有綠香港綠色小巴啦，亦都啱啱 Jason 提及過嘅一啲居民嘅穿梭巴士啦。其實不約而同咧，我哋都會發現到一個情況咧，就喺香港其實有好多地方咧都係高樓林立嘅地方嚟嘅。咁尤其譬如中環啊，或者係銅鑼灣啊、油尖旺啊。咁呢地方咧，如果用 GPS 做定位嘅時候咧，其實嗰、那個signal 咧都接收係比較弱嘅。咁出到嚟咧，效果咧就好似呢張 slide 左邊嗰幅圖咁啦。其實都未必話係對正嗰條路啦，或者個漂移嘅情況。咁咧喺中間咧就係一個隧道嚟嘅。咁大家都知道香港都有唔少嘅隧道啦。咁喺隧道入邊咧，其實GPS signal 亦都係一個弱項嚟嘅。咁就變相咧，有時候我哋serve 嘅車啦，如果一經過進出隧道咧，其實都會見到個 GPS 一個跳點嘅情況出現。咁呢個就係我哋喺做 ETA 嘅情況啦，或者係一啲 location based service 時候發現一啲係一啲嘅 technical 嘅 bottleneck 啊。咁咧去 cater 呢啲問題咧，主要我哋有兩個層面去解決嘅。首先咧喺呢張 slide 第一個層面咧就係一個以 software 嘅角度去解決啦。咁點樣解決咧？就係主要兩個方法嘅。咁就左手邊咧見到一個 dead reckoning 啦，就叫咁 dead reckoning 其實係咩意思咧？就即係話，倘若喺當喺隧道入邊係接收唔到一個 GNSS 嘅定位信息、定位 signal 嘅時候咧，咁點算咧？就會其實我哋會利用翻咧嗰一個 tracker 入邊嘅 accelerometer 啦。同埋個 gyroscope 咧，去透過佢當刻嘅 movement 去推演佢呢一刻喺隧道入邊嘅位置嘅。咁就假設如果嗰架車啱啱進入隧道啦，然之後咧佢喺一個固定嘅時速行駛嘅同時咧，未必喺嗰刻收到 GPS 信號喎。咁其實我哋都可以根據翻佢嘅速度啊、bearing 啊，去推斷翻佢呢一刻喺隧道嘅邊一個位置咁樣嘅。呢個就係dead reckoning 啦。咁喺左手邊咧，我哋自己都開發咗一個GPS 嘅 collection 嘅 algorithm 啦。咁咧就可以盡量咧將一啲漂移喺內街漂移嘅一啲 GPS 嘅軌跡咧，盡量將佢 map 翻去佢時常會行嘅一啲路段入邊嘅。咁咧可以睇到咧，就係譬如喺左右邊呢幅圖，右邊呢幅圖紅色嗰個咧就係佢由 GPS 嗰個 tracker 翻嚟嘅一啲 raw 嘅 signal 啦。咁咧黑色嗰條線咧就係我哋經過呢個 GPS collection algorithm 出到嚟去推斷嘅一個比較準確、比較係即係 on map 嘅一個 track 嚟嘅 trace 嘅。咁呢個就係呢兩個方法咧，就主要喺 software 層面去解決GPS 漂移情況嘅問題。咁咧，但係因為我哋知道咧喺純 software 層面咧就未必話足夠嘅。其實有時候係真係可能需要喺基建啦，或者係一啲研發上邊啊、技術上邊咧去做enhancement， 先至可以喺即係從根本去解決個問題。所以咧，其實我哋依家咧都有一啲唔少嘅科技上面啦，或者係 R&D 方面嘅 partner 咁嘅。咁首先係左手邊啦，大家見到一個千層位置啦。咁其實千層位置係我哋而家咧係喺北斗定位上邊咧一個非常之重要嘅 partner 嚟嘅。咁千層位置佢本身係一間係做一個北斗快速同埋精准定位嘅服務一間公司啦，喺內地。咁本身佢都係可以 provide 一啲釐米級啦，甚至毫米級嘅精准定位嘅。咁依家佢哋就即係我哋partner with 千層位置啦，就希望睇下係透過喺香港去建設唔同嘅一啲可以北斗嘅一啲 RTK 嘅基站。同埋測試嗰啲基站咧，就希望可以將精准定位咧，就應用喺香港嘅一啲交通嘅 application， 或者係啲 location based service 上面嘅，係啦。咁當然如果呢一樣即係北斗嘅定位或者 RTK 嘅基站可以順利建成的話咧，咁嚟緊我哋都 expect 係，亦都希望啦，精准定位呢樣嘢咧，可以喺交通產業嘅層面可以百花齊放嘅。係啦，咁另外喺 R&D 方面咧，我哋亦都有幸咧係可以聯同啦喺理工大學一啲專注研發 GNSS 技術嘅教授咧，係去共同開發一個係可以適應喺香港嘅地勢同埋交通系統嘅一個進階嘅 GNSS 嘅定位技術嘅。咁入邊咧會牽涉到一啲大數據分析啦，同埋甚至會用到一啲3D 繪圖嘅技術。咁啊，希望咧去大幅去提升 GNSS 喺啱啱提及過嘅，即係可能係內街啊、高樓林立嘅地方啊，甚至可能油尖旺嘅地方啊，佢哋嗰個定位嘅準確性。
咁咧啱啱就介紹完一啲係ET 相關啦，或者 location based 相關 service 嘅一啲技術層面嘅 topic 啦。咁而家咧就講多少少咧，係一啲車上嘅人數點算系統方面嘅技術嘅挑戰同埋嗰個研發嘅。咁咧喺移動緊嘅車輛方面咧，其實個技術挑戰咧，我哋主要歸類有四樣啦。第一樣咧，因為喺個移動嘅環境啦，甚至係高速移動嘅環境咧，其實嗰個 network 咧，或者嗰個 mobile network 嗰個網絡嘅穩定性咧，其實就不及於係一啲靜態嘅使用場景嘅。尤其喺車方面啦，啱啱提及過，即係不論係GPS 定係網絡接收啦，即係可能進入一啲高樓林立嘅地方或者係隧道咧，其實都接收得冇咁好嘅，係啦。但係咧，對於一個車載嘅 AI application 嚟講咧，咁一個穩定嘅網絡咧係非常之重要啦。因為而家市面上其實好多嘅 AI application 咧，都需要將可能係一啲影像啊、實時嘅串流咧，即時是同步去一個雲端的系統，然後入面做分析的。所以如果用這個方法的話，那就變成一個穩定的網絡是非常重要的。而第二個挑戰呢，就是在車方面呢，即我們跟不同一些營運商的交涉，其實都有部分營運商其實都不希望呢在車裡面加裝一些額外的 camera 的，一嚟係額外嘅成本啦，二嚟咧就係亦都唔希望喺架車上邊要做唔同嘅一啲可能轉窿嘅工序啊，或者要做 cabling 嘅工序啊，甚至可能有啲國家嘅車輛，如果要做呢啲嘅加裝咧，其實要通過政府嘅審批，因為變相令到佢哋呢 IoT 嘅 solution 落地咧，亦都有個困難喺度。呢個就係第二個挑戰。而第三個挑戰咧，就係啱啱 Jason 都提及過嘅，我哋做一啲外國嘅客户啦，佢對車內 AI application 的要求咧，其實除了話點算個出入人數之外咧，其實仲會通常會搭配多幾個咧 AI application 嘅，例如就係想 detect 埋個乘客嘅年齡啦、性別啦，或者係種族咁樣等等嘅。咁就所以這個呢個咧亦都好好依賴究竟車上邊嗰個 computation power 可以去到幾多去 handle 到呢一啲 multiple 嘅 AI application。呢個第三個挑戰啦，咁而第四個挑戰咧，亦都係喺香港比較真係都 face 到嘅一個問題嚟嘅，就係唔知乘客咧都對自己嗰個私隱情況咧非常之關注啦。咁如果譬如講到係要喺架車入邊用 camera 去數人數喎，咁呢一樣嘢咧，其實有部分啦，即係小部分嘅 operator 都會 concern 佢哋嘅乘客咧係對呢樣嘢會抗拒咁樣嘅。所以咧綜合呢四個嘅 challenge 咧，其實我哋做呢個車上人數點算系統嘅時候咧，都要即係特別去為咗呢一啲嘅 challenge 啦，或者係 concern 咧，係去做一啲調整，然之後去令到人數點算呢一個 solution 係可以落到地嘅。咁首先第一樣嘢啦，啱啱講到個 network 嘅問題啦，其實啱啱啊 Dr. Lawrence 或者係 Jason 都有提及過一啲 edge computing 嘅技術。咁for 呢樣嘢，我哋都係有用到 edge computing 呢一樣嘢嘅。咁咧有見及此一啲喺車上邊移動緊嘅 situation 咧，我哋其實都自家研發咗，同埋一啲廠商啦，自家研發咗一個係專係係放喺車上邊可以運行 AI application 嘅邊緣運算系統嘅 edge computing。係啦，edge computing unit 咁咧，for 呢個 edge computing unit 咧，咁我哋用嘅咧就係 NPU 啦，就唔係一啲即係比較傳統或者係比較而家mainstream 嘅一啲 GPU 嘅 processing unit 嚟嘅。咁咧，我哋呢一套嘅系統其實可以同時運行到三至四個嘅 AI application 啦。咁咧，除此之外咧，當然我哋嗰個 edge 咧，除咗話可以喺架車上邊喺當刻 locally 已經可以運行一啲即刻運做一啲運算啊。process 一啲 AI 嘅AI 嘅 model 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 support 一個 4G 或者 5G 嘅 network 嘅。咁可能你會問啊，即係喺個 edge 入邊本身佢都可以 process 曬啲嘢啦，點解我仲要 4G、5G 咧？因為咧我哋有啲客户咧，或者我哋見到嗰個需求咧，就係、是、除咗話其實佢希望喺 local process 一啲 AI 嘅 model 之外咧，其實佢都希望可以，如果有突發嘅情況發生咧。突發事件發生咧，佢希望可以喺當刻就即刻將車內嘅狀況即刻 stream 去上雲端，就即刻睇到嘅。咁 for 呢樣嘢咧，咁我哋呢一個 edge 亦都非常之 flexible 啦，就係
倘若冇冇突發事件嘅，咁呢一個 Azure 可以喺 local 已經可以 process 曬大部分嘅工作噶啦。咁一有突發事件發生咧，我哋都可以用翻 5G 佢嗰個好快速啦 ，low latency、high bandwidth 嘅 characteristic， 將車內嘅狀況即刻 stream 去雲端去俾operator 做一個 management 嘅。咁另外啦，我哋都有呢一個 Azure 都內置咗啲嘅定位系統啦，咁係 for 一啲比較精準嘅定位。咁同埋咧，我哋知道喺車上邊嘅 Edge Computing Unit 咧，對於一個 operation temperature 都有比較高嘅要求啦。因為可能揸開車嘅都可能都會有時感受過咧，如果有架車泊喺露天嘅車場太耐，其實佢會好熱嘅。咁呢啲情況咧，所以我哋都喺Edge Computing Unit 呢一個 design 嘅層面咧，我哋都盡量令到佢嗰個 operation temperature 咧個 range 再大啲嘅，咁基本上我哋咧 Azure 可以 handle 到係-20度至85度嘅情況啦，同埋一個係一個 fanless 嘅一個散熱嘅 design 嚟嘅。咁同埋車上邊咧，因為佢一路行，佢會有震動啦，咁所以佢亦都會有一個 shockproof 嘅 design 啦。咁另外最後就一啲防塵啊、基本防塵防水嘅 design 都會有嘅。咁基本上如果喺車入邊需要運行到 AI application。嘅時候咧，咁我哋呢一個 Edge Computing Unit 咧，其實都係嗰個 specification 咧，都正正係為呢一樣嘢而去制定嘅。咁最後見到一啲 certificate 啦，純粹係 indicate 翻我哋呢一個 Edge Computing Unit 咧，都係符合一啲車規嘅車載規格啦，同埋鐵路規格嘅。係啦，咁啱啱講到我哋個 Edge 啦。咁 Edge 咧，其中一個 term 啫，啱啱 Jason 有提過，就係叫 NPU 啦。咁NPU 咧，其實就對比 GPU、NPU， 佢特別之處咧係佢 design 嘅時候咧，即係個 circuit design 咧係 exactly for 一啲數理嘅計算啦，同埋係 for 一啲machine learning 嘅 algorithm 嘅。咁基本上佢 run 呢一類型嘅 AI model 咧，其實佢嗰個performance 咧係可以媲美於而家比較主流嘅 GPU。而同時佢嘅價格係 GPU 嘅兩成，係啦。咁就住呢一樣嘢啦，咁我哋亦都自家咧係研究咗一個 NPU 嘅壓縮技術啦。咁純粹 NPU 咧 hardware 上邊佢 high efficiency 我哋認為係唔足夠嘅。咁因為亦都需要 AI 嗰個 model 咧係要配合到佢呢個 NPU 嘅運作咧，其實先可以100%咁樣去發揮到 NPU 嘅 potential， 所以其實我哋都有自己嘅dedicate 嘅 R&D team 啦，就係咧透過一啲 quantization 啊、pooling 啊、distillation 等等嘅一啲方法咧，去將現有可能一啲比較 bulky 嘅 AI model 咧，係做一個 compression。咁而家大概咧，我哋average 咧，其實可以將唔少比較主流啦嘅 AI application 可以 compress 到90%。嘅大小嘅，講完個 Edge 啦，或者係一啲NPU 啦，咁咧，你喺度講多少少咧，我哋而家比較多客人即係希望做嘅一啲 integration 方法啦。咁啱啱提及過就係其實未必話每一個 operator 啦，佢都希望喺自己架車上邊咧裝一啲額外嘅 camera 嘅。咁所以而家咧，基本上我哋呢一個嘅Edge Computing Unit 咧，其實係可以。compatible with 現有一啲車載嘅 camera 嘅一啲種類嘅，例如 AHD 啊或者 IP cam。咁只要我哋呢一個 Edge Computing Unit 咧，駁通到嗰個camera， 攞到佢哋嘅 stream 嘅時候咧，就已經可以喺個 Edge 入邊去做一啲 AI 嘅 computation， 去數到藉住個影像、那個 camera 嘅 stream 影像去數到count in out 嗰人數啊，分析到可能乘客嘅年齡啊、種族等等嘅，然之後就個 Edge 做完呢一類型嘅 processing 分析之後咧，就直接將嗰個 result 就可以發上雲端，然之後 operator 咧就可以 through 一個 dashboard 啦，實時嘅後台去睇到當刻嘅情況。咁去到最後一個挑戰啦，就係啱啱講到嘅一個 privacy 嘅問題啦。咁for privacy 嚟講咧，未必話每一個 operator 都希望會。就係用一個 camera 嘅形式去做呢個 detection 嘅，因為咧始終有一個隱憂，啲乘客就係會擔心哦，你會唔會用個 camera 會認到係邊個啊，或者係做到個 ID 咁樣嘅。咁所以咧有見及此咧，我哋都為我哋嗰個車上做點算嗰個系統咧，衍生咗兩個嘅 alternative 嘅 project。
第一個就是 TOF 的 camera， 第二個就是個 thermal camera 嚟嘅。咁呢兩種嘅 camera 咧，佢哋都有一個共同嘅特點咧，就係、是、我哋可以 outline 到嗰個一個 human 嘅 shape， 或者可以直接 detect 到一個 human 嘅係 human 嘅一個 shape 啦。但係咧，我哋就唔會或者係冇可能咧用到呢兩個 camera 咧嚟做到 ID 嘅。咁我哋就從而希望透過 provide 呢兩種 alternative 咧，釋除大眾對於喺車內 AI application 嘅一啲疑慮嘅。咁咧呢一度咧就係一個簡單嘅短片啦。其實就係我哋用 TOF 嘅 sensor， 就係咧喺其中一架小巴啦，我哋做緊一個 POC 嘅時候一個影片嚟嘅。咁大家見到咧，佢其實上落嘅時候咧，其實都係一個人影啦，或者人嘅 shape。係上落，咁我哋就靠嗰一個 shape 去 detect 呢個係咪一個人啦，佢 motion 係 in 定 out， 然之後去做一個 people counting 嘅。但係過程中咧，我哋基本上冇可能用到啱啱嘅影像咧去 detect 到究竟呢一個係邊一個人啦，係啦。咁啱啱就係一上一落嘅情況啦，咁我而家快即係比較快就 show 埋咧一啲multiple 嘅。multiple in out 嘅，即係可以模擬翻，譬如喺地鐵喎，真係上落喺月台上落嘅時候比較擠迫嘅情況，亦都可以做到嘅，係啦。即使我哋唔需要用到 camera 嘅情況，我哋都可以用 TOF 去做到呢一個效果。係啦，咁咧呢一條片咧就係thermal camera 嚟嘅。咁 thermal camera 我諗大家都熟悉㗎啦，就係即係靠去 detect 嗰個熱感啦，用熱成像去分析。依家嗰個 in out 嗰個情況嘅，係啦，咁就做翻簡單嘅小總結啦。喺我哋呢個people counting solution 方面，咁我哋嗰個 edge 咧就係主要就係用一個透過用一個 NPU 同埋 NPU 嘅壓縮技術咧，就可以達至咧同時 run 到三至四個 AI application 啦，同埋咧我哋嗰個edge compute unit 嗰個成本咧係可以低過GPU around 80%。咁去到最後啦，咁講多少少trend 方面咧，因為而家嗰個大趨勢就係 open data 啦。咁其實無論喺香港定係國外咧，都好多唔少嘅 operator 咧都開始要做一個 open data 嘅 initiative 嘅。咁for SOCIF 嚟講咧，其實我哋都有幫一啲嘅營運商咧去處理呢類型嘅 data 啦。無論佢係想 provide 一啲 open data 俾其他一啲 third party 嘅 developer， 定係佢係想透過去整合一啲 open data 去 for 自己嘅 business 咧。咁其實我哋都有provide 呢類型嘅 service 嘅，因為你見到咧喺香港嘅 open data 咧，其實無論喺format wise 啊，定係喺那個 documentation wise， 其實要用起上嚟咧，係需要一定嘅 effort， 或者係要有一啲expertise 先至可以得心應手嘅。咁所以我哋都有見及此啦。咁我哋 SOCIF 都有 provide 呢一類型嘅 service， 就係咧可以幫我哋 clients 去整合唔同嘅 open data 嘅 data source， 然之後咧再結合埋佢哋嘅 business logic， 然之後可以做到一啲value added 嘅 service， 透過 open data。去為佢哋嘅 business 帶嚟一啲可能新嘅一啲income stream 等等嘅，咁去到最後啦，咁我哋 SOCIF 咁就如果大家對於我哋啱啱嘅 presentation 有啲咩意見啊、提問啊，都可以喺可能一陣嘅時候可以發問啦，或者咧可以 contact 我哋 CEO 啊 Jason Yuen 咁樣嘅。好歡迎曬。Jason 同埋 Simon 咁詳盡嘅分享啦，咁喺啱啱兩位講者嘉賓嘅分享裏面，其實都提及到我哋現時其實有一啲實時報站系統啦，同埋一啲客流計算系統咧，其實可以幫助到我哋更加清楚理解其實成個路面狀況啦，或者我哋嘅唔同嘅車流啊、人流安排措施等等，都幫到我哋做一個 smart city 嘅 planning 嘅。咁接下來嘅時間，我哋時間可能仲有10至15分鐘到啦，咁可以睇下咁多位有冇咩問題，會想同翻三位講者嘉賓做一個提問啦，去了解更多嘅有關啱剛才嘅 presentation 嘅內容嘅，可以隨便 unmute 發問，如果有嘅話。好，咁通常可能大家都比較怕醜啲咧，我通常都會做第一個發問嘅先。
咁我不如就等我問一問 Lawrence 先啦。我知道Lawrence 對呢方面都好認識嘅。其實我有個問題想問 Lawrence， 我知道 Lawrence 咧對 LoRa 呢個技術都即係有好深厚認識啦。咁早前其實政府都有推過一個智慧路燈嗰個initiative 嘅。咁其實都知道，如果配合 LoRa 呢個系統咧，其實唔單止可以做咗節能啦，其實可以都收集到一啲現時路面嘅車輛狀況。咁我都想問一下Lawrence 點樣睇我哋政府依、這個initiative 咧，或者其實可唔可以配合到啱啱 Jason Simon 佢哋講嗰個實時報站系統咧，去更加清楚掌握到個路面狀況咧？好啊 ，OK， 咁都多謝你呢個提問啦。其實 LoRa 本身係個國際標準嚟嘅，咁唔係啲咩 rocket science。咁啊，當然啦 ，LoRa 亦都唔係無敵嘅。咁啊，佢即係所謂 LoRa， 其實係一個 long range 嘅一個無線傳輸技術，咁係好適合咧一啲係好遠程嘅數據傳輸。咁佢好處係傳得好遠，即係點對點。如果你係所謂個 line of sight 眼望到嘅距離咧，係可以15公里半徑範圍咧，咁就可以傳輸到出去嘅。不過當然啦，佢嘅唔好處就係咧，佢冇辦法傳到好大嘅 file， 咁即係話咧，佢你冇可能話用佢嚟到去 stream 一啲可能 4K 的 video 啊，哪怕甚至只是一些比較高清一點的相片，其實不是這樣用的。那你說得對，那但是怎樣應用呢？如果 Smart City 來說是很適合，如果譬如好像剛才 SOCIF 他們也有很多的IoT devices 的應用，或者 Edge Computer 的應用，那就是說我分佈在整個 Smart City 那裡，可能我有很多不同的 sensors， 他們是用了 Edge Computer 在做，做完計算之後，其實我只是需要個答案，我不是要個 raw data 來到傳輸， raw data 在 at the spot 計完數，將個答案通常 yes no question 嚟嘅啫嘛，或者只係紅燈嘅數號嘅信號嚟啫嘛，咁就好值得咧透過 LoRa 傳輸翻嚟啦。OK， 咁而 LoRa 本身有我其實而家咧機電工程署咧 EMSD 其實喺應該上年甚至可能都係近呢一兩年咧，應該上年或者而家嚟講叫前年啦。OK。咁其實佢哋咧，大家可以留意啦，佢 launch 咗一個叫 GWIN，GWIN，alright， 係一個 government-wide 嘅一個network 啦，或者叫做，咁其實佢正正就係用 LoRa 咧去協助政府或者一啲嘅其他嘅所謂半官方機構啦，去確立或者建立一啲嘅LoRa network。咁例如可能你話啊，第日水務署、渠務署，或者甚至係土木工程署，佢想咧去做一啲喺偏遠地區一啲山泥傾瀉嘅探測。咁以往咧就一定係插好多 sensor 喺啲斜坡嗰度，咁啊定期先去讀數。咁而家就係嗰啲 sensor 咧，可能透過 edge computing， 咁佢將啲好簡單、好微細嘅數據咧，咁基本上佢可以每小時甚至每半日咁都可以咧有大數據掟翻翻嚟。咁既然講得係一啲偏遠地方 far away 噶嘛，咁所以用 LoRa 非常之值得做。咁而需要傳輸嘅數據其實又唔係咁大喎，係咪？你只係知道嗰啲 sensor 係咪已經 over 咗 manifesto， 咁基本上係啲一零一零嘅數據嚟嘅啫。咁傳咗翻嚟，咁所以類似嘅應用咧，其實而家 GWIN 即係機電署個計劃咧，就係如果任何部門你有類似嘅應用，你想透過一啲無線傳輸技術，咁可以好平靚正好遠端傳翻嚟嘅話咧，哪怕嗰個地方原本係未有 LoRa network 喺個部嘅，你就舉手話俾佢聽，咁咧 EMSD 咧就會幫你咧喺嗰個位置嗰度 set up LoRa， 咁啊 so that 可以用透過 LoRa network 咧，將你想收集嘅數據咧可以遠端嗰度攞翻嚟。咁簡單嚟講 ，LoRa 係一個幾 ideal 嘅low cost 嘅無線傳輸技術喺智慧城市上面用，不過最後一句都要再強調一次啦。你哋唔好當佢係一個5G 嘅傳輸技術，佢唔係好快，亦都唔係好大 file 嘅 transmission， 只係遠啫。好，唔該曬 Lawrence 咁詳盡嘅解釋啦。咁其實啱啱 Lawrence 都講到，其實唔同嘅傳輸技術其實都有佢哋自己發揮嘅嗰個應用場景啦。咁可能 Lawrence 就係比較著重係一個長距離啦，比較一個係一個低耗啦，同埋佢傳輸嘅一個量咧，其實唔係真係咁多嘅啫。咁所以可能比較做啲簡單啲嘅信號傳輸會比較適合啲咯。我諗喺呢個情況嘅話。
咁另外都想問一下 Jason 同 Simon 啦，咁其實啱啱講到好多我哋依個人流嘅客流嘅計算啦，咁你都講到用咗TOF 啦，同埋一個熱能感測嘅一個方法去到做依個人流計算。咁其實我都想問一下咧，用依一個方法，如果你 compare with 啱啱可能你都有舉一個例子，就係港鐵去其實而家暫時用一個壓力測試，咁嗰個優勝劣弊嗰個點喺邊咧？會唔會港鐵嗰邊嗰個壓力測試其實唔能夠好精準咁，即係好 exact number 講到有幾多人喺個車廂啦，只係一個即係比較 abstract 啲嘅數目。咁同你哋嗰個客流嗰個計算方案又有咩唔同咧？如果係譬如即係譬如佢港鐵咧做以如果以壓力測試的話咧，咁我諗大概佢哋可以攞到一個主要壓力嗰個 data， 即係或者係嗰個 result 即係可能呢一個車廂佢有可能分到幾個 level 嘅壓力，咁大概會知佢嗰個 filling percentage 會去到邊度咁樣嘅。但係咧詳細佢嗰個做法咧，咁可能呢個就真係要佢哋 MTR 或者係地鐵嗰邊佢哋先最清楚咁樣啦。但係如果放我哋嗰一個嘅 people counting solution 咧？我哋咧，因為就唔係攞一個整體 aggregate 嘅數嘅，我哋係真係攞一個 real time 嘅 data， 我哋知道咩邊一個 timestamp 幾多個人係做嗰個即時嗰個出入嗰個 counting 嘅，所以咧我哋除咗話係知道架車入邊有幾多個人之外咧，其實譬如有些場景它不只是一個門口的，可能它有些門是出有些門是入的，我們是可以攞那一個 people flow 那個 motion， 大概知道那些乘客在哪裡出哪裡入的多，或者 在哪一個站哪裡是會 through 哪個門入來的會比較多，我們可以做更多這些這樣的 statistics。 而同埋即可能在即商業小張角度或者成本角度看回，例如好像港鐵他們的壓力 sensor， 他們本身不是一個 plug and play 的一個 solution， 即不是一個 plug in， 不是一個 aftermarket 的 solution， 而是他可能出廠的時候他已經是一個車下面就裝了東西啊，整個東西推出來的，那就是說如果 once 他的壓力 sensor 有什麼依鬱的話呢，一旦 malfunction 咗咧，其實佢要成架車唔知即係推翻入廠，拆開曬啲板，跟住之後要再維修。咁呢個就係佢麻煩個點咯。咁而基本上我哋喺我哋業界咁樣啦，睇得比較多一啲可能數人數嘅 solution， 一係就用一啲叫比較 privacy friendly 嘅 solution 數，例如話啱啱講嘅用 TOF 啦，用thermal 啦，又或者係用一啲 lidar 激光雷達啊等等去做一啲人數嘅點算啦。一係就用翻佢個 camera。即用回它可能已經安裝了在那個月台或者是那個地方的或者車上面的 CCTV 去做那個人數點算，要是就可能重新裝一部可能好像海康、大華這些已經入面有 AI 的 CCTV 或者 camera 去做一些人數點算。而不同的 solution 都那個 pricing 上面都有不同的，當中其實就數這些例如說LiDAR、TOF 它們的成本可能就比較貴，即可能一個 sensor 可能都要幾千元，特別是如果你用在車上面，那你就要車規的 TOF、 車規的 LiDAR 這些車規的 sensor 才可以做到，但可能對比起可能一些幾百元的一些 camera 或者 CCTV 那個價格上的優勢呢其實就未必那麼明顯，即是有個價格上的劣勢在這裡，即是這些 privacy friendly 的一些 sensor 就有分工。是的是的是的，所以簡單來說我們主打是一個聽到清楚嘅，啱啱到。唔該曬 Simon 啦，同埋 Jason 嘅解釋啦。其實我諗啱啱 Jason 都講一個好嘅 point 啦，就係其實好多時我哋講依個喺 marketing 嘅層面上面講咧，其實我哋依個嘅 thermal 嘅一個 solution 啦，同埋 TOF 咧，其實去 protect 翻我哋本身嘅 privacy 咧，變相佢哋個成本安裝成本可能都比較昂貴。我諗。在我哋點樣去推廣俾啲 to B 嘅一啲企業去用嘅時候，我諗呢個都應該會係 Jason 同埋 Simon 嘅一個 challenge 嚟嘅。係，都多謝曬兩位咁嘅分享啦。咁我想睇下再座仲有冇其他問題想向三位講者嘉賓去提問嘅，可以隨便發問。咁如果冇其他問題嘅話，因為今日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好多謝翻三位講者嘉賓今日嚟到我哋依個 virtual meeting 啦，
分享咁多有關智能交通運輸方面嘅系統嘅。咁如果大家其實有更多 further 嘅問題咧，我諗都可以去主動聯絡翻三位講者嘉賓啦，去問翻相關嘅問題同埋一啲資訊嘅。咁再次感謝大家嘅出席同來臨啦，同埋再一次多謝三位講者嘉賓嘅付出同時間。咁我哋嚟緊下一場嘅 Technical Workshop 就會係1月27日，都係會喺翻 Zoom 做一個 virtual meeting 嘅。到時候就邀請咗 Ethical 啦，同埋 Cisco 嘅代表嚟到講關於呢個 Industry IoT 同埋工業 4.0 嘅一個 solutions 嘅分享嘅。咁到時如果大家有興趣，都記得留意翻我哋 WTIA 香港無線科技生活嘅 Facebook 啦、LinkedIn 同埋我哋嘅 website 嘅。咁好，再多謝大家嘅嚟臨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曬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拜拜，拜拜，拜拜 ，thank you。